可以开始了吧？哈，按你开始。大家好，我们现在开始今天的公听会啊。那非常谢谢今天有非常多的专家学者、民间团体啊，还有我们政府官员，还有我们现场的委员哦，大家共同出席，就是来关心有关于我们要如何去捍卫国人健康哦。因为现在瘦肉精美猪开放的议题变成是全民非常非常关切的议题哦，而现在有高达70%的民意，事实上大家是反对瘦肉精美猪进口的。那今天的公听会呢，我想我们就要广听社会各界的意见哦，到底社会各界对于瘦肉精美猪的疑虑在哪里，包括哪一些可能是高风险的族群，而为什么在现在其实即使2012年这个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呢，它有定出莱克多巴胺的残留的标准，但是呢，到目前为止有超过100多个国家仍然是没有办法去接受这个含有瘦肉精的美猪进口的，也不愿意去配合这样的一个国际标准。还有使用这样子的一个瘦肉精，目前在国内我们是完全禁止的。为什么禁止？它到底对于动物本身可能会产生的危害还有哪一些？当然今天我们也有这个家长团体跟关心国中小营养午餐的团体在现场哦。我想他们也会从他们的观点，还有从消费者把关的立场来阐述为什么大家的会有这么深的一个疑虑，而希望政府可以做哪一些，未来的新政府是不是可以听到民意，然后我们可以做出什么样的因应哦。那首先呢，我先来介绍今天出席的公听会的专家学者哦。那目前已经到现场的，我们有国立台湾大学职业医学与工业卫生研究所的郑专人教授。郑教授，是，欢迎。国立台湾大学公共卫生研究院的吕承生客座教授，欢迎。国立台湾大学医学院毒理学研究所的江志刚副教授，欢迎。中华民国医师工会全国联合会的蔡明忠秘书长，欢迎。台北荣总临床毒物与职业医学科的杨振昌主任，欢迎。高雄荣总高雄荣民总医院台南分院精神科的苏伟硕医师，还没到哈，好，稍后。汉堡畜牧场的陈修雄董事长，欢迎。主妇联盟环境保护基金会的赖小芬执行长，欢迎。全国家长团体联盟校园食品安全小组的孙文昌执行长，欢迎。行政院南部办公室前副执行长詹策执行长，校园午餐搞飞机行动团队的黄嘉玲共同发起人，欢迎。还有我们消基会的董事长陆云董事长，还没到。好，那以上呢是今天出席的专家学者。那我也补充介绍今天在座的委员，在座的有我们陈一鸣委员、陈曼丽委员，还有吴玉琴委员。谢谢委员的出席。那今天呢出席的政府代表呢，有我们卫生福利部的许明能次长，食品药物管理署的林副署长、林金副副署长，国家卫生研究院的陈主治研究员，行政院食安办公室的康兆洲主任，行政院农委会动植物防疫检疫局的施泰华副局长，陈英豪记政，高黄林副组长，畜牧处的陈中心检任记政，国际处的林佳荣检任记政，经济部经贸谈判代表办公室的简志宇谈判代表，经贸谈判代表办公室的洪小军助理谈判代表，
教育部综合规划司陈雪玉司长，国民及学前教育署杨国龙组长，国防部后勤参谋次长是后勤综合处的耿广义处长，陆军复工中心的简勇副主任。好，以上是我们出席的官员哦。那今天呢，我们是公听会，当然我们是要先听我们各界的代表，就是针对这个瘦肉精美猪议题的一个看法。那我们每一位呢，发言的时间是6分钟。然后我们有这个登记的顺序我们就按刚刚大家登记的顺序，然后邀请大家依序发言哦。那刚刚到现场的是我们苏伟硕医师也到现场，我们欢迎他。好，那现在呢，我们就依照发言的顺序呢，邀请我们的专家学者还有民间团体呢上台发言哦。那首先第一位呢，我们邀请的是全国家长团体联盟校园食安小组的孙文昌执行长，在这里，来，请上台。时间是6分钟，好，第一轮6分钟，谢谢。主席和各位长官前辈大家好，很高兴有这个机会跟各位这个分享一下我们在营养午餐这一端所看到的一些事实啊，我必须强调事实哈，以及在畜牧业界我们看到的一些真真实实的第一手资料。请问下一页要我想这个虽然这个欧洲跟美国都是白种的先进国家，事实上他们对于生活品质的要求是截然不同的概念。比如说现在我们最争议的瘦肉精问题还有鸡改的问题，欧盟基本上是采取不开放的态度，那为什么美国人要开放啊？请问在座这里有 AIT 的官员吗？或者代表啊？今天没有出席啊。相信今天我们讲的美国政策未必是代表全美国人的政策，事实上美国是一个 超级资本主义国家，今天所讲的美国政策是这些超级资本主义者掌控的美国政策，当这些超级资本主义者掌握了美国，就等于掌握了全世界，他们非常懂得利用美国成为世界领导国的力量来遂行他们的意志。下一页，那就像我的标题一样，今天我们台湾到底要选择过什么样的生活？即便我们可能有些人愿意当美国人，那请问，即使是美国人，我们是美国白人还是拉丁人还是黑人的生活？这个我们要好好想的。下一页，这个报告因为是在高雄医学院的那个月刊刊出来的，我。因为不是这方面的专业领域，没有办法去证明这个报告是真的是假的。美国人宣称的，或者是说这个公司宣称的，说莱克多巴胺是最没有毒性的药物，可是这个报告却是说它的毒性非常的高，所以我不晓得哪一个是真话哈，这个供大家参考。下一页，那我亲眼真的亲眼看到瘦肉精中毒的猪。他那种哀嚎尖叫的声音，如果莱克多巴胺它的毒性对于心脏的毒性真的像刚才那个医生讲的那么强的话，当然那个剂量是不同的，这种猪吃的是 3ppm 的瘦肉精，那我们今天讲的猪肉的残留是 10ppm 啊 10ppb 对不起啊 10ppb， 那内脏是肾脏是 90ppb， 当然跟 33ppm 有一段距离，只是 3ppm 的情形是这么严重。下一张，另外有两位立委这两天出了很多风头，那我也不知道这件事情应该怎么样去解释。那我们在现场真正看到的情形，事实真的是这样子，就是至少在2012年以后发生了这两件事情，所以养猪户基本上知道
杀头生意有人做，赔本买卖没人干。现在如果要用瘦肉精，事实上是一种赔本的事业。我相信用人性的立场的话，可能2012年以后，我们的养殖户几乎没有人在用瘦肉精了。下一页。另外，在营养午餐这个地方，这两天有很多报道，这个也是我看到的事实，而且很权威的，很就是跟这个业务直接相关的，也跟我证实了这件事情。事实上，以今天除了新北市、桃园市以外，台北市也许也好一点，几乎所有的营养午餐的价格都是不及格的。所以他吃不起台湾的猪肉跟鸡肉，这个也是很权威的，直接负责这个业务的人私底下告诉我，这个讲出来要负法律责任，但是没有人敢真正讲出来。今天容我在这个场合跟大家分享，谢谢。这里插个小广告，我们全国家长团体联盟希望我们来一起推动营养午餐的检疫履历制，来为我们孩子的未来把关。孩子的健康把关，下一页。那万一，我们真的抵挡不了美国的压力，必须要同意他开放瘦肉精猪肉进口的话，我们是不是来做这件事情？即使不能够正面的标示瘦肉精的含量，也要规定不含瘦肉精的人可以。也许拿当作是广告也好，让它标示出来，至少可以让我们想过美国白人生活的人啊，可以有所选择。希望这一点大家一起坚持。下一页。另外，我们也欠台湾农民一个公道。这五十年来，产地价格几乎没有涨价，所以今天农村的萧条，事实上我们整个社会是共业。下一页。畜牧业为什么今天，尤其是养猪，为什么今天在农村还能够那么发达？两个原因：第一个，它的产值远高于一般的农业；第二个，它也平衡了中美贸易，所以啊，台美贸易，所以它有它存在的价值。我们希望这样子讲可能有点夸大，养猪业现在非常的缺工，所以代表什么？养猪业可以在农村创造很大的就业机会，我们希望保障养猪业，等于就是保障农村的就业。这是最后一页了，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做到，至少营养午餐能够采用在地食材。或许这里有一个小技巧，这个是我临时想到的。假如我们今天不准冷冻肉进入营养午餐的话，因为所有的进口肉一定要冷冻，假如我们要冷藏肉标，就是规定用冷藏肉才准到营养午餐的话，或许我们可以保障我们的小孩子不会吃到瘦肉精猪肉。以上报告，谢谢大家。好，我们非常谢谢我们这个孙执行长哦，他刚刚点出来的两个，一个就是说使用瘦肉精对于猪只本身，他亲眼看到了那个比较恐怖的场面哦，就是引发猪只比较大的一个伤害的场面。第二个是他点出来现行的国中小，事实上在团膳里面是大量的采购了所谓的冷冻肉品，而这一个看法跟礼拜一农委会所提出来的报告其实是相吻合的。礼拜一农委会的报告也告诉大家，就是团膳里面其实是使用最多的冷冻肉品，所以未来如果瘦肉精美猪开放之后，第一个首当其冲的可能就是我们的学校跟军队，所以这个议题的确要大家好好的来探讨。那谢谢孙执行长，接下来我们请医师工会全国联合会的蔡明忠秘书长。好。所有在座的委员、在座的长官、在座所有的专家学者跟媒体小姐先生们，刚刚那位发言人讲了一句话，说农产品的产地二十年来没有涨价哦。回过头来，
医疗界在过去20年来不但没有涨价，也一样是降价哈。这代表了一件事情，是我们国家在过去的这几年当中一直在追求一个4个字，叫做物美价廉。要跟所有的民众讲，物美的东西绝对价钱不可能太低廉，这一点要跟所有的民众先讲。那今天医师工会全联会在这边的角度，我很戒慎恐惧。我昨天找了好几位的我们的食品专家，我今天跟大家报告的纯粹从医学的角度的实证医学的角度跟大家做报告，其他的问题医师工会的角色绝对没有办法去谈，我要跟大家讲。所以我们在这边谈到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的 Codex 的所定的那些标准到底可不可信，那我举一个例子跟大家讲一下实际的例子。那我先强调，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后面还有两位专家会谈，但是这个资料我是问过他们，确实是这样子哈。这一点跟大家提一下，我们所提到的每日的摄取量，针对那个我们所谈的这些问题，他所指的是什么？一个60公斤的人，每天摄取6公斤的牛肉或猪肉，那他的体内会产生10个 ppb。那这10个 ppb 对我们人的身体有没有影响？要跟大家讲，除了列出来的对心血管疾病、儿童以及对贝塔那个良性基因体有特别敏感的这些人之外，其他一般正常的人，60公斤的人每天摄取6公斤的肉，10个 ppb 以下的，对身体基本上是没有会造成影响的。这个是医学上我们的实际的一个实证，要跟大家讲的只有这一件事情。所以说我们在这边要强调的一件事情，瘦肉精真的只有莱克巴多胺吗？这一点我们要跟大家提醒，可能不止这么一种，应该来讲政府在这方面要多去了解，多去做一些整体的规划。当然我非常赞成刚刚那位讲的是，我们到底是要美国制还是要欧洲制，这些的问题绝对不是医界在今天的这个场合上我们要去谈到的。我们只是把很实际的对人体是否有伤害的这个数据摊给大家看，告诉大家这样子的实际的证据是在这个地方，其他的我们就不多言，谢谢。好，我们谢谢蔡明忠秘书长哦，就是瘦肉精美猪对于人体的这个瘦肉精对人体的伤害哦。我想之前这个大家很尊敬的林杰良医师哦，他特别有点出来，就是说对于心血管疾病、对于孕妇、对于未满18岁的这一些婴幼儿，特别是高风险的人群哦。特别他指出18岁以下的这个婴幼儿，他的身体根本是没有办法代谢的，所以对于人体健康的这个危害的情况，我想我们必须要有更细致的一个分类跟探讨。那接下来我们要邀请的是主妇联盟环境保护基金会的赖小芬执行长。主席、各位委员，还有各位先进，大家好，主妇联盟环保基金会在这边做第一次的发言哈。我想说，这些年很多食安的事件，所以我们好像是攻逢其胜在里面，因为了解问题，然后进入知道政府部门运作的体系，所以今天我想我就站在一个所谓的我们在做很多食安教育，然后我们面对的所谓的有知识然后愿意学习的一个消费者的一个立场来这边做发言。那关于所谓的科学证据或是医学的相关的一些报告或是风险评估，我想在座有很多专家学者等一下会去做说明，那这部分我们就不多谈。那我这边有主要有5点，
因为抱歉没有把这个先印给大家，不过我就把它完整的讲完。好，就是说以主妇联盟的立场，好，就是说呼吁新政府务必要采欧盟的预防性的原则，刚刚说的欧盟模式禁止受精美猪进口。好，我在想就是说102年食安法修法已经在第六条内把预防性原则入法，然后还有前两年关于基改食品要标示，还有追踪追溯源头管理，同样都是采欧盟的预防性的原则处理。好，所以不同于美国实质等同原则跟利益成本的原则，对于所谓不确定的风险，民间社会在台湾已经有很多次讨论欧盟观点，大家其实也因为食安教育而认同，觉得我们现在其实国家就是要走欧盟预防性原则的这样的一条路。所以在没有足够独立研究结果，还有没有更多的科学证据 出现之前，民众其实是充满疑虑的。尤其低价进口冷冻肉品势必会流入加工链，我们那一天还特别问了专家，特别像是汉堡肉，这是最容易放进去的。然后那校园午餐成长中的儿童变成会承担更高的风险，所以我们认为禁止受精美猪开放进口，这个是我们不能退的立场。那第二部分我觉得就是说，当务之急新政府应该要赶快建制有效的食安治理系统，就是说最近出现非常多的评估报告监测数字，还有很多2005到2008年抽验的一些尿液的分析没有做完的研究，我觉得这些充分的呈现不管是哪一个时代政府的执政，所有的监测跟评估报告不是做一半就是资料黑箱不公开，或是行政怠惰没有落实对动物饲料中的禁药和毒物做管控。那这就造成过去很多年我们在谈判过程中都没有办法提出有效的资料跟证据来捍卫自己的立场，或是永远就面临本土猪农滥用禁药这种指控，然后没有办法去回应。那演变每次在美方在谈判的时候强力施压，我们就只有挨打的局面。那就像现在国人也会开始去转移说本土的猪农有没有在用。好，那我觉得说我们既然选了新的政府，那个以食安政策优先这个新政府上台，他应该要首先要做的是赶快把食安治理的能力做好。好，所以不是先去谈要不要开放，基本的全面性的食安治理的能力都不够的时候，民众怎么会有信心？所有这些动物用药受污染或是引发疫病的环节，这些数字到底在哪里？好，那没有这些监控，没有数字，你跟我谈管理，我们觉得，这样没有办法得到国人的信心。那第三点，我们支持由独立机关，重要的是独立机关，完成瘦肉精的健康风险评估，作为日后决策参考的依据。可是这个是参考依据，最重要还是要开放更多公民团体相关利害关系人参与，然后再来做最终的一个决策。那第四点，我们其实要重新回来呼吁新政府要慎重的思考，国家强调推动自由贸易加入区域经济发展这样的唯一前提下，未来要怎么面对美国这些等强权国家以排除贸易障碍为由逐步要求台湾松绑更多食安规范还有预防措施的挑战。我的意思就是说，今天开了瘦肉精，那明天他要我们开放什么更多的抗生素或农药，或是更多的一些危害物质进台湾，我们可以接受吗？好，所以他不只是单次的所谓的食安的问题，好，这是一个原则的问题。好，那除了瘦肉精之外，像2016年美国的那个所谓的外国贸易障碍评估报告，特别就点名了基改食品，标示午餐。好，那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觉得很担心，会不会到时候扔头轻滚？好，开放了，然后午餐的基改这些问题就必须还是要被迫去松绑。好，那最后我要讲就是说，其实我今天不想要去谈管制这件事，因为我觉得我们的立场就是不开放，那为什么要讨论管制？不过如果真的没有办法被迫开放，我要讲就是说，现在所谓的分流管制跟标示的措施，我们觉得现在是没有办法，其实是没有办法确保民众跟学童的安全。你如果标示美猪瘦肉精，那其实还是违反 WTO 架构下 SPS 的不歧视原则。那分流管制就像我刚刚说的，
所谓的食安治理能力没有提升，现在问题千疮百孔。然后像2014年黑油的那个流向，到现在其实都还没有查清楚。那校园午餐食材登录也只有追一级哈。那我就是想说，正本清源还是要把管控能力提升，还没有提升之前，应该就是坚持不开放。谢谢。好，我们非常谢谢我们这个主妇联盟执行长赖执行长哦，我想他刚刚的论述非常的清楚哦，而且点到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就是我们现在国内的对于食安的把关，我们的趋势是什么？他刚刚点出一个非常重要的，我们的确现在比较是采的是欧盟的预防性的原则哦，包括我们的基改的食品。我们都不准它进入到这个国中小的营养午餐，而未来我们这个反式脂肪，我们立法院也已经立法通过了，也是不准使用或者是添加的。所以，我们这样的一个国情，应该是要如实的反映，而且也要让美方知道。更重要的是，我想在礼拜一我们的专案报告里面提到了，我们国内是要有原则的。目前政府的原则是先食安后经贸。刚刚这个执行长讲得很好，如果你都没有底线，那你就是一再的退让，一再的撤守，那这对国人食品安全的把关来讲，将来是会非常不利的。那所以 这几个面向我想都非常的重要。那我们接下来继续邀请的是汉堡畜牧场的陈修雄董事长。主席，各位长官，各位专家学者，各位先进，大家好。我是一个养猪业者哦，我在这里要发表一点我本身的一些观念，美术一些看法哦。我要有先声明了，要先声明是说，我们养猪业者是反对含有瘦肉精的美国猪肉以及内脏进口到台湾来，因为对我们这个国人的健康是有妨害的，也是对我们养猪业的生存与发展是有影响的，但是呢，假如 TPP 的话，对我们台湾的经济，对我们台湾的对外贸易是有利的，有帮忙的话，政府假如受到压力不得不开放的话，我们有建立，我们建立下面第一点建立呢，我们要继续禁用瘦肉精，我们现行的法规是禁止用任何的瘦肉精，我们要继续禁用。并且要严格的检验以及稽查，有一句话说是我们老百姓呢是不怕官，只怕管了，你要去真正的严格的去检验去稽查，查出来有不肖业者用瘦肉精的话，当然要给一个处罚，这样的话。我们国内是禁用瘦肉精，那国外进口有瘦肉精的话，这样在产品的这有所区隔，那第二点建议呢，假如我们开放的话，对猪肉内脏呢，应该要每一批都要做检验，并且那个检验的这个样品数呢，要提高到20%。那第三点建议的话，政府呢，那个应该实施全面性的产地来源标示啊。所谓全面性的，就是说，对传统市场、对生鲜市场，或者是夜市和亚奇亚的商品，哦，比如肉脯、肉松，或是香肠，或是
什么米一大桶米线糊，哦，那还有排骨饭那些呢，哦，还有对学校里面的营养午餐呐，还是说军队里面政府机关机构的这些团膳呢，哦，而且还台铁便当，都有供应猪肉的这个肉品的场所呢，都应该要标示产地来源，哦，是国产的，或者是美国来的，哦。那第四点建议呢，是说在标示上面呢，哦，在这有卖有关猪肉产品的这些标示牌上面呢，哦，请要加注一个，哦，这国产猪肉，然后美国猪肉的下面加注一句话，含有瘦肉精，因为这是事实嘛，哦，让消费者呢，我们自己选择你是要用国产的猪肉产品，还是要用这个进口的美国猪肉产品呢，啊？哦，我们也建议呢，立法院呢能够仿照那个烟害法，哦，香烟烟害防治法，哦，然后订立一个什么，订立一个农产品，哦，农畜产品，就农作物跟畜牧产品、农畜产品的标示条例，哦，在这个条例上面呢，哦，可以明定有两项呢，政府要怎么全面性的做标示，然后标示牌上面应该，哦，要怎么标示，要有瘦肉精的话就要标示出来，哦，我们认为呢，这个如何标示呢，是我们国家自己的内政了，美国政府不得干涉，哦，我们期待那个新政府呢能够停得住这个压力，啊，而且我们也请到立法院呢能够作为政府的后盾，啊哦，啊，最后我再声明一遍，我们养猪业怎样呢，是反对是让国人食用含有瘦肉精的内脏以及猪肉，哦，以上报告。好，我们谢谢陈修雄董事长，哦，就是有代表这个养猪业者，首先是先表明了是反对含有瘦肉精美猪进口的，然后之后有一些建议哦。不过刚刚董事长提到的就是农畜产品标示条例这件事情哦，在这个肉品的本身或许还做得到，但是最复杂的可能是到了下游以后变成绞肉之后。我们台湾其实最复杂的是我们太多绞肉制成的产品，刚刚这个主妇联盟提到像汉堡肉、像贡丸、像香肠、像水饺、像狮子头等等，完全混成绞肉之后该如何标示，而且更严重的就是说瘦肉精美猪的进口比较便宜，所以混充的情况其实是会比较严重的，这个也是最困难的部分。虽然这个很多人一直在强调说强制标示，但是强制标示在瘦肉精美猪这件事情上几乎可以说是很难以达成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邀请的是行政院南部办公室前副执行长詹策副执行长。主席、各位委员、各位朋友，我想针对这个第一个提纲多发言一点了，也就是说现在日本跟韩国已经用10 ppb 的这个标准要进口这个美国的瘦肉精的猪肉，很多人拿这个标准来谈，可是这个标准呢，我们知道欧盟、俄罗斯、大陆它为什么到目前为止不进口瘦肉精，因为它对这个标准本身的这个公正性和可靠性就已经产生怀疑了因为当初这个 10 ppb 联合国这个国际法典在弄这个标准的时候它是用美国就是生产这个莱克多巴胺的公司叫李莱公司所提供的这个数据也就是六个人去实验，其中有一个出问题，然后只用五个人做标准，所得出来的叫做 10 ppb，
这样的一个标准，这样的标准欧盟基本上不承认，就是它的公正性跟可靠性是有问题的。欧盟的标准非常的严苛哈，产业当然是一个部分，因为今天我们不谈产业，所以俄罗斯跟中国，尤其是中国，它还牵涉到它整个饮食，就是什么舌尖上的中国，什么是文化的问题，所以中国大陆跟这个俄罗斯跟欧盟到目前为止聚集联姻在这里，知道它10 PPPD 的这个公正性啊跟可靠性是有问题的，是有问题的啊、哦。当然，美国一直在强制这个东西，用国际法典做标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如果从贸易顺差来谈，加入 TPP 是另外一回事的。美国甚至于都不会有 TPP 哈、哦，现在两个候选人都有问题了哈、哦，都基本上啊有一点要反对了哈、哦，反而是 RCEP 哦是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如果真正要谈的话，我们现在已经向美国买多少武器？这8年来就将近2000亿台币武器哦，以前的不用谈了啊、哦。这八年来就超过2000亿台币的武器了哦，这是一点。第二个，我们所有的养殖业所进口的饲料，玉米、大豆，90%是从美国进口的。最多的时候一年是多少？100亿美元，3000多亿台币哦。最多的时候，现在应该还有50亿美元哦。我们要进口这么多的饲料嘞。他现在还用 TPP， 等于是贸易顺利差的问题来逼我们要加入要进口这个瘦肉精，值得吗？哦，除了这个卫生、这个可靠性跟这个公正性以外，还有这个问题哈、哦，还有这个问题。所以我想，这个实在讲，回过头来，刚才孙文山讲的，真的是我们欠农民一个公道。怎么去做？农委会的官员在这边。没时间谈这个问题，但是我觉得有一个计划，有一句话，合理的价格是生产者与消费者最好的保障。刚才那个我们的医生他讲了，没有物廉价美了，物廉价美是一个理想了，但是并不保障了，并不安全了。就说合理的价格是生产者，就是农民，跟消费者，就是我们最合理的保障。因为你获得价格，他才会去生产，真的是没有瘦肉精、没有毒害的农作物出来，蔬菜、水果或者是其他猪肉也好、鸡肉也好，那消费者也吃得安全。所以这个合理的价格是生产者与消费者最好的一个保障了。我想这个已经很多地方都看到了哈。现在农产品这个虽然有一个生产履历了哈，生产履历我是觉得。是一个可以持续的一个政策了哈，当然还有很多这个标准检验的这个商标了，但是这个都是其实是吃药的问题了，最重要的就是一个道德问题。可是这个是理想了，哦，这个是理想。刚才那个陈先生讲的说，如果万一开口的进口的话，我们当然是不希望进口了，我们就看欧盟嘛，我们就看这个中国大陆嘛，我们就看。这个俄罗斯嘛，不一定看俄罗斯啦，中国大陆因为跟我们的文化比较类似啦，日本跟韩国它的养殖业的占农业产值比我们还低，低很多，个人一个人吃猪肉的量也比我们少很多，所以它可以进口。纽西兰跟澳洲，因为它是养牛的大国，所以它可以进猪肉，瘦肉精猪肉它进，可是牛肉它就不进了，为什么？它也要保护自己。也要保护自己，所以我是觉得这个是一个产业的问题。第二个就是说，这个合理的价格是生产者跟这个消费者最好的这个保障哈。还有我们对10 PPP 的这个公正性跟可靠性，基本上是质疑的，不要用这个标准哈来压我们哈。那如果以贸易逆差来讲，我们的武器跟饲料已经非常多了哈。好，谢谢各位。好。我们谢谢我们这个詹执行长哦，他点出来的就是其实像欧盟、中国大陆跟俄罗斯哦，因为他们本身这个产业的关系，他们也是坚持不开放的、哦。那其实跟各位报告，我们这个养猪的占我们整个农业的产值哦，一年是高达717亿，它是我们农业产值的第一名，所以。
我觉得整个政府在对外谈判的时候，当然要有战略性的思考。我们这么重要的产值，我们这么重要的产业，我们怎么样去捍卫跟维护？那谈判的策略有非常多，所以呢，这个是政府在对外谈判的时候，自己心里面一定要有一定的原则，而且也一定要把国人的食安摆在优先的顺序哦。那接下来呢，我们要邀请的是台北荣总临床毒物与职业医学科的杨振昌主任。主席、各位委员、各位长官、各位与会的贵宾，大家好。我想今天非常高兴有这个机会来这里、发表我对这件事情的一些看法。那我想，因为今天的主题是讲到这个瘦肉精的可能的健康风险，所以我想我大概就是根据这个健康危害跟可能的健康危害跟那风险，大概这几个角度来切入。那事实上，在接到邀请的时候，其实我去看了一下，我在民国101年的一月曾经帮《临床医学杂志》写了一个中文稿件，然后那我看看你最近几年有没有什么新的资料，看起来是不是没有。好，那所以我想我大部分的发言大概就是在根据几年前我整理的一个资料，好来做一个发言。那这个瘦肉精，我想第一个我们可能要说清楚，到底我们是在讲莱克多巴胺还是讲其他的瘦肉精？因为我们知道它是这是一类的这个药物或者化学物，所以它的这个作用其实是差异是很大的。那确实莱克多巴胺是毒性是比较低，但是不是没有毒性。我想刚刚有提到，动物如果你给它喂10或者20个 ppm， 一般是喂20个 ppm， 那确实这个动物会产生毒性哦。但是当然我们在现在在讲的是残留在牛肉或者猪肉里面，可能是小于10个 ppb 哈、哦。我想这个是不太一样。那这一类的这个所谓的瘦肉精，如果中毒的话会怎么样？那事实上在文献上其实有一些资料，那提到就是说它可能会手脚会发抖啦，脉搏加速、心悸，那可能会有一些高血压、恶心、呕吐、腹痛、头晕、头痛、哦、肌肉酸痛、血糖高。那白血球升高这些，那是在国内唯一的曾经报告过瘦肉精中毒，我想应该是我们了哈。那我们在2013年在美国急诊医学会的杂志发表过一起国内的这个所谓瘦肉精的中毒，但是那个不是跟莱克多巴胺有关系，它是跟克伦特罗跟沙丁胺醇。好，所以那当时我们看到的一起12个人的这个中毒，大概症状跟刚刚讲的这些是很像。那急性中毒会不会死掉呢？一般而言不容易，但是在中国大陆曾经有报告可能会致死，不过同样中国大陆主要也是以克伦特罗为主，因为中国大陆虽然禁用，但是其实这是 很好玩，就是说禁用，但是还是有一些农民非法在使用、啊、所以这是在急性部分。那慢性部分的话，其实我想现在的慢性就一些动物实验，因为人的部分其实有一些研究，但是不多了。那动物的资料主要提到慢性使用可能会心跳快啦、血压高啦，那当然可能因为这样会不会造成一些所谓的心血管毒性，所以这是为什么提到说可能孕妇、小孩子、那心血管疾病或者甲状腺机能有异常的人可能比较敏感，是因为这个原因。那现在争议的问题就是在说，世界食品法典委员会虽然在2012年定了所谓的 ADI，那之前也定了所谓的 MRL， 就是最高的残留限值，但是现在是欧盟呢，他们拒绝承认，因为他认为这个资料不足，其实不是只有那6个人的资料啦，事实上是还有动物实验的资料，他们认为是人的部分资料是不足了，那但是问题是欧盟也没有提出新的资料，那而且一个很重要的，事实上欧盟或者是一些国家，他们为什么不采纳这个世界食品法典委员会的这个意见，就是说因为他当时是用表决，大家知道他是69票对67票，就2票哦，所以事实上是一个很差距非常小的一个表决。那因为以前大家们都采共识的，所以我想这个问题就是说那信变成信者恒信，不信者就很不信。那中国大陆当然刚刚也提到，就是说因为饮食习惯的不同，所以事实上他们也认为这个资料不足了，所以我想目前这个到底它的所谓的 ADI 就是每天安全的容许限量，那最大残留限制 MRL 到底 Codex 定的是不是可以采纳，这是其实是一个争议的这个问题。好，那第三个就会讲到说那风险分析，那我想最近也常常在讲风险分析，但是其实我们讲瘦肉精这个议题应该这样讲，第一个，如果没有意愿要开放进口的话，我觉得根本风险分析就没有必要嘛。因为其实在大概10年前，卫生署当时也做过一个比较相对简单的针对猪肉的风险分析，当时我记得是没有什么特别的问题，但是问题因为后来瘦肉精整个被禁掉了，所以那个资料也没有什么用。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如果说没有要考虑开放的话，其实你风险分析做了又怎么样？
做了也没有用嘛，因为我想，因为你不开放，根本这个就没什么好讨论的空间，所以事实上是说有要考虑开放才会做风险分析，但风险分析怎么做，谁来做，那做出来结果可不可信，这就问题就来了。那目前刚刚也有这个专家学提到说，那希望有独立的这个单位来做，问题是我个人是对这个其实是有点不是那么乐观的、啊、就是国内到底有没有可信的公正的第三者这个风险机构来做，我觉得我其实是有点持怀疑的态度。好，那假设有的话，那怎么做？好，那我们是针对瘦肉精、莱克多巴胺来做，还是我们要考虑其他的，像动物饲料，或者像前几天也有这个委员在讲说，会不会有棉仔粕？里面可能有棉酚，会不会其他的？所以我想要怎么做呢？这个其实都还有讨论空间。那另外最重要的是说，那做出来民众可不可以接受？我觉得事实上现在民众对食安其实，很多时候不是安全，是安心的问题。所以做出来结果民众能不能接受，我是觉得这是一个最大的挑战。好，那所以我想这个我今天的这个发言就到此为止，谢谢。我们非常谢谢杨振昌主任呢、哦，就是他根据他101年的他曾经发表过的文章哦，告诉大家，就是有关于瘦肉精，它可能在人体会产生的一些的反应，包括2013年曾经有是属于克伦特罗的瘦肉精中毒的这样子的一个案例哦，那也指出来说，的确对于心血管疾病，然后对于孕妇、对于幼儿等会产生的健康风险。那更重要的是刚刚有点出来，如果我们的政府其实没有打算要开放，立场坚定一点，根本不需要去讨论做所谓的风险分析的这件事情哦。那所以呢，如果我们看这个即将上任的林昼炎部长呢，他说可以来做这个风险评估，有些人的主张也说可以风险评估，那是不是这意味着未来新政府就是打算朝开放的态度来走、哦、这个是大家会去质疑的。另外就是说，做了之后民众相信吗？如果以台湾现在的民意跟民情，即使做完了之后大家可以接受吗？我想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议题哦。那当时在国际法典是69票比67票，显见这一个议题其实当时的看法是分歧的，票数这么接近的情况底下，难怪这几个大国其实是不愿意承认当时在国际法典做出来的最后的这个决议哦。那我想这一些都是我们现在面临到的，我们对于瘦肉精的一些看法，然后是不是要去接受它的议题。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要邀请的是台大医学院毒理学研究所的江志刚副教授。哎，委员，各位先进，那今天我在这边跟大家报告，有关于我对于现在提到的瘦肉精的议题。那瘦肉精其实是这么多议题食品安全里面的一项而已，但是它的共通性其实来自于我们的食品安全分析系统，我们食品安全体系的建构才是我更在乎跟关心的。举个例子来讲好了，我们现在大学生当大一的导生，孩子们哈最爱吃牛肉、吃牛排，还要去北海岸金山吃超大块的30盎司的，我相信里面一定有瘦肉精的，是因为是美牛。吃完之后，没有人跟我讲说不开心的。可是呢，假如我的心脏血管的病房的病人，他跟我讲说他要去吃6盎司的牛排，是美牛，我会阻止他。为什么？因为他们的风险是不同的，所以风险分析才是决定的。决定了什么？风险决定在这物质的毒性，外加第二项决定在哪里？决定在它的铺路的剂量。我们按一下，铺路量，再按一下，铺路量，再按一下，铺路量，因为很重要，所以讲三遍。刚才提到的不开放，不开放就没有瘦肉精吗？我刚才其实看农委会的报告，捍卫国人健康瘦肉精。美猪对全民健康风险评估公听会里面第四页里面告诉我们，过去5年来抽到有10项含有瘦肉精，请问你抽的是莱克多巴胺而已吗？还是所有都抽了？不要告诉我说我管1到7号，大家都用8号。假如今天我们台湾的畜牧产业拍着桌子跟你讲说，你验到我的畜牧产业有瘦肉精的话，我就让你开放。我没有瘦肉精，所有能够捍卫，
所以以我健康风险评估的概念来讲，我要的是什么？要的是有瘦肉精跟没有瘦肉精，你要告诉我才是重点。下一章，评估很困难，这是一门专门的科学，需要毒理学专家。要多少毒理学专家？现在台大正在毒理学研究所训练一些学生，也在中华民国毒物学学会进行毒理学专家的一个认证的考试，有几位及格了？全台湾有几位美国考认证考试及格的？屈指可数。你要他们做的才算数吗？其他都不算数吗？我们人才的培育呢？告诉民众的是来自于什么？来自红灯、黄灯、绿灯。我记得印象很深刻，有人讲红黄绿灯就被红灯撞倒了。哦，那次的事件很惨烈的哈，因为他讲了某个灯。但是对民众教育是我一直去强调的，要告诉你横轴是什么？是铺路的量。你没有铺路，今天我跟大家讲说挖假财、瘦肉精的事情我不 care， 为什么？因为我没有铺路。但是呢，我不是吃素的。假如我就会有铺路的风险，我铺路多少一定要。相对的，每一个不同的人，他的敏感度不同，纵轴是毒性。铺路很少也可能进入黄灯区啊，铺路很多也可能是在仅在黄灯区啊。这要告诉民众的是，这个教育的体系让民众用一眼看出这么好的一个新的风险分析评估，用食品安全以外任何的风险评估都应该要做下去。下一章。所以在分析的过程中呢，我们最缺的其实是底下那一块叫风险沟通，它其实包含了风险评估跟风险管理的部分。管理的来自于哪里？来自于风险评估，确定哪些是危险的物质之后，进一步去科学中立的定出来。科学的语言是可以被重复被检验的，不是大家讲剂量多少，砍个价几 ppb 当作是你的基准，不是这样子的。我刚刚听到蔡委员哈，蔡秘书长提到，以医界的一个观念，因为我本身是肾脏科的医师，听到的话就是一天到晚我到病房都开给我病人吸瘦肉精，只是不同品牌的而已。那我是不是当场会被病人踢下来？可是我为他的好，我还是开下去了。他的铺路跟必要非必要，不应该在食物里面铺路，那是我们最希望不应该铺路的地方。也不应该在饮食的过程中重复铺路。当我们做出了风险评估，要有人相信啊，才能够成为管理的一个基准。拿这个管理，你都不相信那个评估的机制，所以呢，其实我们现在最缺乏的是风险沟通。大家可以有机会去看看国际先进国家，某个国家在我们北边的，它是食品安全中心做了风险评估以后的风险沟通。你随便点一个瘦肉精，它就有瘦肉精的 slide 跟整个 PowerPoint 整个讲解的说明的。我们现在应该要建构这样子的沟通的体系才是最重要。下一章。最后，其实我要讲的是，我们的从农场到 table， 我要知道我这块有没有瘦肉精，而不是在乎它到底要不要进口。这个在所我不管，能不进口我不选择使用。下一章。能够做的是第一个。强制标示告诉有还是没有，易感族群、心脏病、老年、孩童、孕妇不该让他吃的，你要告诉他我现在吃的猪肉里面是没有的。风险评估要个人化的教育，最后呢要排除高含量的部分。这是以上我的报告，谢谢。好，我们谢谢江志刚副教授刚刚跟大家讲的有关于这个铺路量的一个问题哦，然后怎么去教导民众，有办法去做辨识哦。不过刚刚提到的标示问题，的确是我们现在最困扰的。我想最后这个主管机关也可以来回应哦。我们现在最难的就是，如果因为猪肉跟牛肉真的差太远，我们猪肉制品真的非常非常的多，而这个标示的问题，我觉得是无论谁来执政，可能都是很难去做到位的一个问题，这才是真正问题之所在哦。所以即使民众很想避开，就是说我不想要吃到含有瘦肉精的肉品，但是因为我们的标示并无法彻底，因为它会混杂，然后所以最终的结果就是你真的不知道你吃下了什么。那接下来呢，我们要邀请的是
校园午餐搞飞机行动团队的共同发起人黄嘉玲女士，谢谢。主席好，各位专家学者大家好，我是黄嘉玲，校园午餐搞飞机行动团队的共同发起人，美国华盛顿大学西雅图校区教育学院博士候选人。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角度呢，其实刚刚大家专家都讲到很多风险评估啊，或者是说现在国际上的资料，我们就从台湾学童在这件事情上有多严重，很可能会暴露在开放美猪瘦肉精的风险当中来讨论。首先我们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任何人现在你滑你的手机去教育部的官网，或是你只要打几个关键字校午餐登录平台，你就会进入从中央到地方所建制的一个校园午餐食材登录平台当中。那我们去查蔡总统他毕业的母校叫做吉林国小，台北市吉林国小，中山区的吉林国小，四月中旬的一周，我们去看看在他这一周的菜单当中，五天里面一共有九道菜都有猪肉猪骨的入菜，这个不是特例，这是通则。我们去看曹启宏委员，或者去看陈宝基委员出身的屏东，随便查一个学校，你也会发现类似的现象。查我们即将要上任的教育部长他的这个宜兰壮维的一个他的母校，你也会发现一样的现象。这个是反映了我们国人喜食猪肉，反映在小朋友的午餐上面，一点都不特别，一点都不奇怪。它反映的也是一个价格结构，小朋友的饮食需求。每一天有 1.5 道菜有可能有猪肉入菜，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教育部现行的规范告诉我们可以解决这件事情吗？很遗憾，我们没有办法解决这件事情。各位手上拿到教育部提的这个资料哈，那可能2月5号的时候，在这个委员会也有提供，所以我们仔细看了一下。我今天的投书，昨天也上了《苹果日报》，就是要跟大家分享，目前教育部的管理机制根本没有办法防堵这件事情。为什么呢？因为譬如说，我们大家念兹在兹的说啊，校园午餐很好，我们有 CAS 的肉品管制。那 CAS 的肉品管制基本上在猪肉的部分呢，就是要使用本土的猪肉，对不对？问题是这个所谓的 CAS 呢是一个原则，原则的意思就是它不是通则，它不是强制规定。在教育部给的资料当中，并没有告诉我们哪些县市、哪些学校、哪些师生直接吃到了非 CAS 的肉品，这个资料没有出现，所以我们根本不能说这样的管理是合理的。那之前我们在推校园午餐禁用基因改造食品的时候呢，也发现了一个很严重的漏洞，是从中央部会的跨部会的合作到地方政府的跨局处的合作，在管制营养午餐的食材追踪追溯的系统上面是没有互相勾稽的。我们说我们要用飞机改食材，但是你要怎么样去查？从我刚刚跟各位说，你可以从手机去看这个网站，你查不到，你最多最多只能看到这个食材的供应商，其他的你根本查不到。那你要怎么样确保？譬如说这个是飞机改的豆腐、豆干、豆皮、豆包，来源真的是飞机改黄豆呢？你查不到，你只有打电话去问那个业者，业者就跟你说，对，你看我有进口的这个飞机改的，可是你怎么样知道？那接下来你说瘦肉精我们严格标示，就猪肉呢我们标示它的来源国，你还是查不到啊，最多只能到是某某猪农的供应，然后你或说某某供应商的供应，更何况还有加工食品。小朋友的午餐当中每周可能现在有限制大概1到2道的加工食品，你怎么知道加工食品它的来源是不是冷冻的猪肉精瘦肉精的猪肉呢？我们完全不知道，这个就是现在我们在系统上面的有很大的漏洞。另外前一阵子我们台湾的良心高先生呢提了一个说明，大刚刚也说了，那台湾的民众似乎譬如说在尿液的检验或其他的检验当中呢，已经暴露在多种的瘦肉精甚至比莱克多巴胺更毒的瘦肉精风险当中了。那作为家长，作为倡议的民众，我们就要问咯，所以这件事情可以当作要对美国卑躬屈膝开放的理由吗？还是我们现在其实应该是全面彻查，到底有哪些比莱克多巴胺或是跟莱克多巴胺一样毒的瘦肉精流入我们当中的饮食？
现在的新政府对于前朝政府的摆烂，这些不作为，你应该要彻底的反省，而不是说，哦，因为前朝政府摆烂不作为，所以现在我们只好全盘接受 swallow it。这个是什么逻辑？就是像说，啊，你小明在考试的时候作弊，所以全班其他同学都 open book。到底这样对我们的小朋友的校园午餐是有什么样正面的帮助？我们要告诉小朋友什么？那我们另外一个反对的理由是，现在确实缺乏，譬如说吴坤玉委员说的，全面的，科学的证据来告诉我们风险到底是什么。可是现在言下告诉我们，就是我们缺乏对各年龄层，譬如说幼童、学童、青少年，他们大量的食用猪肉的情形，假设变成真的是含有莱克多巴胺的猪肉的时候，我们长期的风险评估、长期的健康考量资料在哪里？没有，全世界好像也没有。全世界像台湾民众这样大量的吃猪肉、大量的把猪肉喂给孩子吃的国家，不知道在哪里，好像也没有这样的资料。那么从流行病学的角度，如果我们没有办法找到一个人道的方式对台湾的幼童、学童、青少年做长期的、全面的、严谨的科学的研究的话，那我们讨论要有一个科学化的资料来佐证，要求风险可以开放，这就到底的根据在哪里，我们家长是不能接受的。最后我要问的是，透过这样子，我们的政府对于美国开放瘦肉精的要求，如果竖起了白旗，我们要交给孩子的是什么？我们非常谢谢这个黄嘉玲共同发起人哦，他刚刚点到的，特别是最近我们的确很遗憾哦，听到有一种言论是说，既然台湾有查到可能有人使用瘦肉精，所以美国含有瘦肉精的美猪进口有何不可？这样的论述，其实是大家不能接受的。我一再强调，我们国内对于食安的要求跟标准只是越来越严格。如果国内有人非法使用，当然是要彻查到底啊，反而应该要更限缩啊。怎么会出现这样言论说，那既然国内可能曾经有人使用，那干脆这个美国的瘦肉精美猪进口也没有关系？这是非常非常荒谬的一个论述哦，而且也是不应该哦，因为这个是对食安的一个倒退跟弃守，这个是大家没有办法接受的一件事情哦。那接下来呢，我们要邀请的是国立台湾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客座教授吕承生教授。好，主席、各位委员、还有各位政府官员、各位来宾，大家好啊！谢谢王委员今天的邀请到这个公听会来分享一下我对这个瘦肉精的看法。那今天这个讲这个课题的标题，基本上就是要告诉各位，其实瘦肉精的问题呢，只是问题猪肉的一个小小的一个部分而已。哦，要够时来。第一个要问大家问的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养猪需要用瘦肉精？这个瘦肉精的问题呢，其实以前是不存在的。瘦肉精相对来讲是一个比较新的化学物质，在2003年的时候，美国才开始使用。所以为什么说一些科学数据，尤其是对公共安全卫生的科学数据，没有很多的原因，就是我们使用的时间太短了。下一个，那按照我们过去传统的看法的话呢，养猪如果说是用厨余为主要的饲料的话呢，下一个，这样的话是不需要瘦肉精的。如果说养猪，下一个，如果说养猪是需要饲料，尤其是均衡的饲料，这样子情况下呢，养的猪呢也不太需要使用瘦肉精。下一个，可是如果说你养的猪都是用玉米的话呢，你就要用瘦肉精。为什么呢？各位回去吃一口玉米看看，咬久一点，嘴巴都是甜的。它只有碳水化合物，它只有一点点的蛋白质，这一点点的蛋白质是不长瘦肉的，所以呢，吃的玉米的猪都是长肥肉。下一个，为什么要吃玉米的猪呢？因为玉米的成本太低太低太低了。根据104年农粮署的资料，高雄进口的北美杂粮里面，玉米1公斤8块新台币。还有什么饲料比这个还便宜的？我想各位那个养猪的理事长应该知道，还有什么样的饲料比8块钱1公斤还便宜的？而且吃的玉米的猪呢，长得很快。我刚刚各位讲到都是长肥，长那个肥肉。下一个，
问题就在这个地方。为什么说瘦肉精呢？只是这个问题的一个部分而已。几乎90%以上，我们进口的美国杂粮，大豆也好，黄豆也好，玉米也好，都是基因改造作物。所以讨论瘦肉精呢，必须要讨论一点，就是说，我们可以让这个基改作物进入我们的食物链吗？基改作物里面除了有很多他们公司自己的所谓的 proprietary information 之外呢，还有三种不同的杀草剂，其中有一种杀草剂呢，是美国在越南打仗的时候的一个衍生品，叫做代奥辛，它是用24D 的方式来做的。还有呢，一定会有一种尼古丁烟碱类的杀虫剂，尼古丁烟碱类杀虫剂现在是全世界使用最多的杀虫剂。尼古丁烟碱类杀虫剂呢，已经直接证明了是造成全世界蜜蜂消失死亡的杀虫剂。这些农药呢，在我们现在的基改玉米、黄豆里面都吃得到，都测得到，都看得到。还有呢，下面一个问题就是，那到底吃这个基改的东西对人体身体有健康有影响吗？这还不只是瘦肉精的问题而已。下一个，再下一个。所以呢，过去在2012年的时候，这个法国的科学家呢曾经发表一篇文章，他的证明在这个长期使用这个基改玉米，这 NK603 这个种子里面呢，会让老鼠产生很多不同的肿瘤，而且这些肿瘤呢，在这个母的老鼠身上呢，尤其容易产生，特别的明显。这篇文章呢发表两次，一次在2012年，而一次在2015年。为什么？如果说各位有时间的话呢，回去看一下这个期刊。Environmental Science Europe 27期，2015年，因为第一篇文章2012年的文章发表之后呢，被美国基改业界强迫从期刊里面抽出来，完全没有任何的理由。再下一个，所以呢，这个法国的团队呢，在法国控告这个期刊，完全获得胜利。是这个期刊是没有任何理由把这个文章弄出来。为什么要把文章从那期刊拿出来？因为做基改的业者不希望社会大众看到这样子的文章，不是老鼠长了很多的肿瘤，而是他根本就不希望。如果说这个文章从期限拿出来的话，将来台湾做任何的风险影响评估，这个数据是不会被采用的。这就是他们最主要的原因。现在讲的还不只是瘦肉精而已，下一个。所以呢，对这个进口这个喂食基改作物的动物肉品的影响呢，除了人体健康之外，还有就是间接的违反了我们台湾目前的农业政策，就是不能够用基改作物作为主要的那个栽种。还有将来还有很多东西呢会出现在我们的食物链上面。所以我说这个问题虽然说感觉起来是在讨论瘦肉精，但是时间上的迫切性是有的。为什么呢？因为很快的马上就有这些基改的动物到各位的餐桌了。这个鲑鱼呢，去年12月已经被核准了。这个不是吃瘦肉精的猪啊，这是整只猪都是基改的猪啊，也马上都要进到台湾的市场了。各位如果说有关心这个黄金大米这个问题的话，黄金大米在中国试验两次，人体实验两次都失败，最后面呢，中国河南省政府赔钱了事。所以呢，第一代基改跟第二代基改最大的不一样是怎么样？第一代的基改是不给人吃的，直接喂动物；第二代的基改呢？直接给人吃的。所以在这个时候台湾讨论这个问题的确是有时间上的迫切性。如果将来我们真的让第一代的基改用各种原因进来台湾的食物链的，我们没有立场去阻止第二代的基改动物或植物到我们食物链里面，这是非常明显的事情。所以呢，刚刚讲过标示标示再标示，这个标示，对不起，我大概占用下一面一分钟的时间。这个标示是美国民间团体使用的，他为了要让老百姓知道我吃的东西是没有基因改造了，所以用这个标示。这个标志差一点在美国是违法的，美国去年呢差一点通过一个法案，联邦法案，公开说这样子的标示是违法的。各位想想看，在台湾这种法案可以执行吗？这是非常非常可怕的现象，基本上间接的直接的就把老百姓知的权利给拿掉了。还好这个法案在美国的 Senate 被挡下来了。所以零检出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风险评估我刚刚非常赞成杨所长讲的，如果说不进口的话，不需要做风险影响评估，但是不做风险评估，并不代表说老百姓就可以对这个会
吃不到那个瘦肉精的肉嘛，所以零检出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零检出呢事实上是一个非常 tricky 的一个数字游戏啊。如果说你检验的方法非常不 sensitive 的话 ，LOD 很高，零检出跟不零检出没有完全不一样的地方。所以零检出要实施呢，还要考量到以下这几点。最后面呢，我跟各位讲过，做种植基改这个作物啊，其实是不赚钱的。这些农夫要不是美国联邦政府每年大量的资助的话，他们是不赚钱的。赚钱在什么地方？拿去做玉米糖浆，拿去做乙醇，拿去加工做豆腐、豆干、豆包。最赚钱的地方呢，就是动物饲料。如果说把这个动物饲料拿走，或许我不能够保证，或许基改作物呢就没有这个市场，它就消失了。谢谢。好，我们非常谢谢吕承生教授哦，就是点出来的，就是从谈瘦肉精美猪呢，在溯源呢看到上游的，事实上是很多吃了基改的这个以基改为主的这个动物饲料，然后这个问题其实也是蛮大的，所以食安的问题真的是非常的多元，但是我们应该要尽可能的为了国人的健康，在任何面向，在我们可以把关、我们可以监督的范围底下，尽可能帮国人的健康把关。那接下来呢，我们邀请的是郑尊仁教授。大家好。首先我对于是一个环境职业医学的医师哦，对这个噪音很有意见哦，那太大声了，真的会让你有心血管疾病的人会吓出病来，是不是可以降低一点？我知道是为了提醒啦，但是实在是太大声，那绝对超过标准，就是这个好，那回到主题哈、哦，对，这个专业没办法哈、哦，那也许你可以再测一测室内空气污染。二氧化碳这么多人是不是超标哈？那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哈，那刚刚有提到所谓的零检出哈，零检出这个是指这个，当然有些是仪器的问题，但是现在在讲瘦肉精所谓零检出，其实就意味着就是说不可以添加了哈，不可以添加。但是呢，在 Codex 这个出来之后，大家采用了，那虽然当时是说。牛猪分离，但是你既然采用这个意思的话，就是说，哎、欸，我是承认说这个是可以用，只是说，哎、欸，那到底要定在哪里？所以呢，假如说这个东西你真的挡不下来，那最后那可能就回到第二个我们要讲的所谓的风险评估了。哦，就是说你挡不下来，那你就必须在风险评估上面去做 argument。那风险评估有趣的是说，我看了。这个就是说，现在最主要的资料就是那个 Codex 数据嘛。我想很多人都提到，他是用六个健康的人来做一个数据来做一个推估哈。那当然有所谓的安全系数哈。那除了这个之外，我看到这个数据好像是，不管是发表的或是我们可以拿到，非常非常的少哦。这个实在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啊，就是说没有很足够的数据，然后来做一个风险。所谓的风险评估，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哦、那刚刚我进来的时候，康兆中说：“哎、欸，郑老师，你都在做 PM2.5， 你怎么从环保署跑到这个卫生署来？哈、哦，虽然你是医师，有时候要这个卫生的单位，不是环保署，这立法院有关是健康的议题、哦、但是呢，这很那么刚好，我做过这个一年的这个研究、哦、就是少数，我不晓得台湾到底有多少针对瘦肉精的健康效应做的研究、哦那基本上我要探讨的问题就是刚刚很多人提到的，就是说除了健康人以外，有心血管疾病人，或是小孩，或是有其他所谓易感的，他到底会不会有这个明显的这种差别或者效应？所以简单的讲，就是我们用高血压的老鼠，用这个动物硬化的老鼠，加上正常老鼠，然后给他灌这个瘦肉精其实应该是讲莱克多巴胺因为我们现在主要的议题应该是莱克多巴胺。那你就会发现说，当然你可以看到心跳血压就上去了，心输出量也上升。那因为血管会放松，所以周边阻力会下降。那你会看到血压可能会上去又下来。那有趣的是说，我们在正常的人，他下去五分钟以后下去，再十分钟他又上来了。但是呢，在高血压老鼠，他就下去一直下去，到一个小时结束的时候，他还没有回来。
但是因为我们的经费的关系，当然我们就没有办法继续做哈。那另外多摸硬化的老鼠，你也看出有血压下降或是甚至上升，所以这个告诉我们就是说，这个所谓的易感族群，它真的是在这个实验数据上面看出来是需要是做考量的。那目前的所谓的健康风险评估，根据 Codex 它用的 safety margin 那个安全系数是不是够？哦，我们有没有足够的数据？那我想我要检讨的是说，我们有没有足够的数据？特别是做人的，我们有流行病学研究的数据吗？我们到底有没有足够的数据？因为我们要跟人家做 argument， 我们就一定要有东西来嘛，对不对？不然说被人家一路打，就说哎，这个有 Codex 啊，你就照 Codex 就好了。但是你假如说有足够研究数据，我们可以去做一个比较科学上面的 argument， 可以说哎，那我们要考虑什么？所以这个是我觉得是我很重要一个地方，就是自行研究能量，特别是跟政策有关的这个部分，我不晓得是不是已经有很多做了，结果锁起来，因为是密，不能公开，还是说真的是没有？因为我个人还有我们同事做了很多 PM2.5 的资料，之前就有一大堆资料，做了之后这几年，因为大家很关心，大家又 PM2.5 又继续做。那我不是说这个不重要，我意思是说，我们对于我们整体经费有没有做一个考量？重要的议题、政策有关的议题有没有办法事先准备？因为我觉得现在再来讲研究，可能因为压力很大了，可能一时可能也不容易找到这个资料。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重要的议题。目前的研究资料是不是可以做到这个适当的这个所谓的风险评估？我们刚刚讲，很多人讲铺路。很重要，对，没错。可是呢，风险评估里面很重要的这个剂量反应关系跟这个其他的易感因素的考量，这个部分是要放进去的。好，那最后我想还有44秒，那回到最重要的关键，我看各说各话哈，专家讲一个，然后还有不同的利益团体有讲不同的看法，都有，每个人都是根据自己的经验嘛。那你看到来做一个陈述，但是我想很重要的是说，我们有多少资料，我们是不是所有的人关心这个议题的人他都可以拿到，有没有没有做到所谓的风险沟通的这个问题。那风险沟通最重要的议题就是把资料能够上去啊，公开，我们现在不是有什么云什么云，你能够把这个东西都公开透明上去，我觉得这个取得民众信任的第一步，也是我们将来能够进行比较有意义的这个讨论的第一步。谢谢大家。好，我们谢谢郑尊仁教授的发言。那接下来呢，我们要邀请的是高雄荣民总医院台南分院精神科的苏伟硕医师。苏医师，大家好哈。那因为只有6分钟的时间，只好用跑100米的速度来看。OK， 第二轮哈。好，那请放下一张好了。那么最近就是，有人就说啊，我们台湾的违法使用瘦肉精的情况非常严重了哈。听说在2005到2008就可以验出7种瘦肉精哈。啊，但是其实如果你给他看的话，其中的3种其实是气喘的药。好，那我们先不看这个问题，我们先看一下美国的情况呢。哈，美国1996、2006啊，跟很近的2013，其实也都有查获我们自己验出来的这些所谓的违法的瘦肉精。下一张，这个是美国的正式的报告哈，这是2006的资料，所以你可以看到它啊，在175个查验的这个动物里头查到一只，所以他们认为这个违规率达到 0.6， 如果用95%的信赖区间的话，最高可能会达到3.14%的违反率，这个如果跟台湾比哈，可能也相当高。那再下一张，好。那查出来是什么？叫沙丁胺醇呐、啊。好，好，下一个。那这个是在应该是2013年的哈。那最下面第二个那个也是沙丁胺醇，也是查获，但是后来呢，美国就不晓得为什么，他就不把那个查获率给我们看了。好，好，来再下一张。那欧盟呢？哦，欧盟当然是禁止使用所有的瘦肉精的。好，但是欧盟的状况怎么样？2012年的话，他们查了40000多只的动物，当然有牛也有猪，那么他们的查获率就是违反率是1/1000。好，那下一张是2013年的啊，2013年稍微多一点，变成是1/5了。好，哎，那个0.05%嘛，总共查到19只。好，下一张，真的吗？真的有7种瘦肉精吗？好，
为什么2005到2008要用这么旧的资料？现在我们的检验技术跟抽血验尿技术都会更好，为什么不用现在的资料？而且呢，这个如果用我们陈建仁副总统最擅长的流行病学来讲，这根本有选择性的误差，因为台湾的70岁以上的人口才8.3%而已，可是这300管的资料，70岁以上就占了23%，而老人家占这么多，有什么影响？第一个没办法推估2300万的完整的比例嘛，所以接下来就有人说啊，那因为5%，所以换算起来就有100多万人哦遭受危害，这个推论的基础非常有问题。第二个，刚刚讲的沙丁胺醇本身就是一个人用的气喘药，其实5岁以上的老人家很多有所谓的 COPD 或者气喘的发作，他需要用到啊。有没有可能是因为这样？啊，稍等，有没有可能是因为这样子，结果就造成了所谓的污染？不晓得，因为这个资料跟我们讲说，他不做这个研究，不做这个研究又释放这个资料，对不对？哦，好，那我们看下一张哦。这个部分就是啊，这国卫院在礼拜一的时候跟大院报告的部分，哈、哦，反正有太多的疑点，我是非常诚恳的，希望国卫院能够把完整的报告跟所有的检验数据都公开，哈、哦，好，下一张。好，那接下来我就讲稍微快一点了，那刚刚大家讲到的所谓的啊，这个所谓的那 CODES 的数据资料，其实里面交代的很清楚，只讨论到一个变相，就是心血管的疾病。好，但是莱克多巴胺的问题绝对不是只有心血管疾病的问题而已，但是心血管疾病的问题的确是非常重要。好，那最近非常多的研究都在研究跟瘦肉精有关的一种接受器 receptor 跟癌症的转移的关系。好，那卖瘦肉精的，特别是推销莱克多巴胺的这些公司都说，哎，这个我们实验起来没有致癌性。好，目前为止是发现没有。可是大家要知道，癌症其实最可怕还不是得到癌症嘛？因为现在有很多的药物可以用，甚至还有免疫细胞疗法。可是最严重的问题是转移啊。好、哦，那它跟哪些癌症有相关呢？请接下来向下一张。好、哦，这个也是相关的资料，因为 NK cell 就是所谓的自然杀手细胞，它破坏人体里头天然的对癌症的免疫力。好、哦，那现在已经发展出疗法了，就是要把这个 NK cell 拿出来再打进去。结果，如果你吃了跟瘦肉精有关的东西，也许就会让你的 NK cell 就减少。好，下一张。那它跟哪些癌症有关呢？第一个乳癌，下一张；肝癌，再下一张；肺癌，再下一张；转移性的大肠癌，再下一张；胰脏癌，再下一张；胃癌，再下一张；射物腺癌，再下一张。哦，还有一个是乳癌的骨转移，这个稍微花一点点时间讲一下。哦，这个是一个动物实验，没有错。好、哦，那这个动物实验的结果是怎么样呢？好、哦，简单讲，看下一张好了。这是一个照片哈、哦，最左边的这一张是所谓实验组了，就是人为的把乳癌的这个癌细胞打到这个啊、小白鼠的体内，它当然就产生一个癌症的骨转移，就是黑洞的地方。好、哦，如果你在这个打癌细胞之前就给它吃其中的一种瘦肉精的话，你可以看到两个骨头都被转移了。好、哦，那如果是在打了之后才给这种其中的一种瘦肉精的话，你可以看到它整个癌症的那个转移的情况非常的严重。好、哦，好，下一张。好、哦，那除了癌症之外，其实还有影响到精神行为的部分，跟我们的下一代的健康其实是非常非常要紧。好、哦，但是因为只剩下10秒钟，我就先讲完这一张，其他的部分就好、哦，第二轮有机会的时候我再讲。好、哦，这是美国做的研究，2014年，好、哦，就是发展的各多巴胺的部分，他有发现猪的攻击性会增加，会咬人，会互咬。那为什么？因为脑部受到影响。可是，在 CODES 的风险分析里头，并没有考虑到这一块。所以，如果台湾要做的话，好、哦，拜托一定要做。好、哦，因为我是精神科的，谢谢。好，我们非常谢谢这个苏伟硕医师哦。我们待会其实还有第二轮的发言，欢迎这个苏医师哦。待会如果还有其他资料分享的话，可以登记第二轮发言。那接下来呢，我们现场也有委员登记发言哦。首先，我们邀请陈一鸣委员。
好，谢谢主席、各位委员，还有在场的、学者专家以及民间、团体、哦、还有我们在座的一些、官员、哦、大家早。本席其实对于今天的这个公听会、哦、听这样一路听下来、哦、不管是我们的一些关心、就是学童的健康主妇联盟的代表，还有我们一些专家，尤其这边蛮多位都是台大哦公卫学院，还有在这个 Harvard 哈、哦、那个的 School of Public Health 的专家来谈这个问题啊、哦。那我觉得啦，就是基本上来讲，这个牛猪分离是本来就是已经过去在就是国民党在当初在做这个要进口美牛的这个的时候就有提出来的一个议题哈、哦，是牛猪分离哈、哦。那当然。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因为国人的饮食习惯方面，在猪肉的食用量是比较高，而且国内现在有120,000的这个猪农，那其实这个就正如我们另外一位委员提到，我们那个张立善委员提到，这个如果进口这个含瘦肉精的这个猪肉美猪的话，真的会动摇国本哈，会，因为你可以想见的，除了刚刚提到的问题，其实在礼拜一的这个我们的质询里面，农委会的这个主委副主委也有讲到哈，其实另外一个会影响的因素就是我们的有些猪农也会有样学样哈，他也开始会用瘦肉精来喂他的猪。然后造成我们的整个的这个体制的整个的这个养猪业都会崩溃，会全面的崩溃哈。那这个对于这个整个不只是产业链的问题哦，这个对于我们国人整个的那个饮食的习惯也会造成很大很大的影响，更不要讲说，现在在美国美猪这个像很多的这个大的这个美国的食品厂哦，已经被这个中国大陆的这个双汇食品哈，已经后来也改名叫万州国际收购了哈。那这 Smithfield 这家已经被收购的结果，你可以想见说，这个大陆的这个毒猪有可能就会进到美国哈。这其实美国也是非常的，他们也是非常忧虑这个现象。在2013年5月的时候，哦 ，New York Times 还为了这件事情有个专题的报道哈。那这个被收购的结果当然有可能就是大陆的毒株进入到美国，美国 Smithfield 他们又在漂白了之后又进入到台湾了，将来如果要我们如果要一旦开放政策的话，所以这个就会真的是会变成一个恶性循环。好，所以本席其实在这边是强烈的呼吁了哈，我们不应该哈进口这个含有这个莱克多巴胺的这个美猪了哈。那刚刚其实几位这个专家学者提到的这个关于这个所谓的易感受性的问题哈，有位这个 nephrologist 哈，我们的毒理的哈肾脏科的医师哈，这位江医师哈有提到，这其实是很重要的。我想这个易感受的族群，像一开始我们的这个有一位是我们孙执行长哈，也讲到引用到这个高一的我们小儿心肺科的这个一位医师在我们高一月刊的一个报告，没有错哈，其实主要影响到的这个莱克多巴胺是会影响到尤其是小孩子哈，这个如果在这个发育的过程里面是会造成我们多心肺的疾病，那如果是孕妇如果她在就是生产之后坐月子，如果她又吃猪肝汤，那其实这个如果就可能累积的这个含量在莱克多巴胺在这个猪肝含量会比较高，那这样子当然也会透过这个哺乳也会影响到我们这个新生儿哈，所以我想在这个易感受族群方面是真的是不管是在孕妇产妇新生儿而且尤其有心肺疾病的，再加上老年人都会有比较严重的影响哈。那刚刚最后其实我们在这个台大的这位我们这个吕教授哈，从那个 Harvard 回来的教授谈到的这个基改食物的问题，这个基改食物其实也是我们很关心的一个部分。我们那个召集人其实之前就已经有提案，就是
不让鸡改的食物进入到我们的校园哈啊营养午餐里面。那但是如果鸡改食物啊，这个玉米哈、啊，透过这一个啊就是饲料的这个链哈、啊，然后进入到这个美猪，然后从美猪又进到啊进到台湾来，当然这也会有很大的影响啊。我想这个其实是啊。不管我想其实是不管蓝绿了，大家都应该要共同关心这个议题。那简单的讲就是其实本席呢是坚决的反对哈、哦、这个含有莱克多巴胺的这个美猪哈、哦、进入到台湾。那当然一切的事情还是必须要靠这个很多的这个措施来做防堵。那当然如果真的要做风险评估，我们需要更多的资料。所以呢不管是台大好毒理所这边，或者我们高一其实毒理所我们这个也有毒物的这个PhD 的 program 哈，现在目前是李志恒，李院长哈，他也是之前我们这个药物食品管理署哈，也是管制药品管理署的署长啊。那现在在我们高一也是负责这个 PhD 的 program， 这个其实在这个毒物从毒物学的角度做这个风险评估是非常的重要。那可能这方面呢是需要加紧脚步哈，要多做一些努力。那最后这个苏医师哈，您提到的这东西我想非常重要了。这个会如果真的会造成很多的疾病，这个莱克多巴胺会造成很多的这个癌症的这个 metastasis 的转移的话呢，这对于这个尤其对于这个年纪大的老年人，因为我们知道说年纪大也是这个得到癌症的一个危险因子嘛，所以这个部分其实是很重要。那最后我要讲一下哈，那个这个就是我们说风险评估的专家哈，这个国内是很缺乏了。但是有些人号称为他是风险评估的专家，但是在质询的时候呢，引用错的数字哈，然后做把生殖率 fertility rate 哈，然后误想成这个生育率哈，然后用 birth rate 去跟一个食用毒猪肉的这个比率，然后做一个 correlation analysis 哈，这个其实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糟糕哈。所以我们看到今天新闻也有看到哈，那我们的青年养猪的这个联盟已经也在自由时报有投书了哈，也讲了哈，这个真的是不晓得这是怎么样的一个专家哈，会做这样子的一个什么相关性的分析，然后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没有科学的根据哈。所以本席 in summary 就是说，其实我们需要更多的科学的证据、科学的研究，当然希望新政府他们上台了之后呢，也能够哈能够把关做好把关，同时呢，同时应该也要放的一些重要的研究，但是对一些不重要研究就不要随便的去给他们去做哈。好，以上谢谢。好，我们谢谢陈怡明委员的发言了。接下来我们请蒋万安委员。谢谢主席啊，然后我们现场许多这个行政院的各位首长，还有各位专家学者啊，各位先进前辈，大家好。我想真的很感谢我们主席啊，这个星期排了这个关于探讨美猪的议题。当然，今天的公听会，刚刚我也听了非常多的专家学者，做了很多很深入的研究跟分析啊，让我学到很多。当然，本席在这边，我想最主要啊。因为刚刚我听到黄嘉玲发起人谈到在台北市吉林国小的这个菜单，那刚好吉林国小就在我的选区哦。那其实我星期一在质询时，我也特别找了我选区的几个学校的菜单，小学的营养午餐菜单来看。我那时候也公布了，当那时候我没有这个选吉林国小，我选另外一个学校，包括中山区一所，还有松山区一所。我想目前我相信这是目前所有学校的一个普遍的现象，也就是小学的营养午餐里面食用猪肉的比例其实是非常高的所以包括那时候我找的学校14天里面差不多有11天的菜单都出现了猪肉。当然我看了教育部的报告，其实我觉得目前提出来食品三级管理机制其实有一定的这个效果但是我觉得目前教育部对于
这个去年底我们通过了禁止机改食品进入校园这个法案，当然我们在做查验的时候等等这些管理的方式，我觉得我们的力道应该要更加强，因为目前最多我们也只能透过行政指导甚至顶多行政命令的方式要求学校，不要禁止这些违规的肉类或者含有机改的食品进来校园。我想我感触非常深，是因为我的孩子马上要念小学，我想身为家长大家都非常担心，我想现在不管是机改食品或是马上很有可能如果要进口含有瘦肉精的美猪进来的时候，我们即便能够做好再严格的把关，做好再严谨的标示，甚至加上警语等等，我想身为大人我们当然可以来拒买拒吃，可是如果是团膳的部分，最马上会立刻冲击到的就是我们的学校，我们的孩子他们没有办法选择，包括像军队里面的军人一样，孩子们学校提供什么样营养午餐他们就会被迫接受，所以身为家长非常担心，所以我在这里星期一我提出质询之后，马上我就提出了修改学校卫生法第23条的这个修正，也就是说去年底我们已经禁止机改食品进入校园，我想接下来我也会修改第23条禁止让瘦肉精的相关肉类进入校园，我想把这个位阶拉到法律的这个地位，不要再只是这个不鼓励或是透过行政指导行政命令的方式，我觉得我们要更积极的作为确保我们孩子们的健康，因为我们的孩子他正值发育的期间，他在校园里面，我们这个把孩子送到学校就是希望学校能够确保他们的安全，尤其是健康方面，所以学校营养午餐台北市营养午餐的餐费标准是60块钱，如果一旦含有瘦肉精的美猪进来，成本马上降低接近一半，根据2014年的这个报告，我们目前猪肉每一公斤的成本大概是71块，而目前没有含有瘦肉精的猪肉大概也是73块左右，而加拿大的猪肉但一斤差不多是63块，所以一旦如果含有瘦肉精的美猪进来，这个成本马上降低，所以基于成本的考量，厂商很有可能极有可能会使用含有瘦肉精的猪肉，我想这个对孩子的健康危害是非常的深远非常的严重，所以我很高兴当我提出了这个修正草案之后，许多的委员也认同，我也马上达到了联署的门槛，也送入议事处，我希望目前国人有这样的共识，七成的民众都不赞成让含有瘦肉精的美猪进来，不管是 TVBS 民调、台湾指数民调公司做的民调等等，大家都有这样的共识，所以我希望尤其是对于孩子他们在发育期的时候没有办法选择的情况下，我希望大家能够一起来朝这个方向努力，让我们去年能够让机改食品不进入校园，接下来我想含有瘦肉精的各类肉品也不应该让他们让孩子们食用，我想这个是我今天想表达最重要的一个观点，我想也在这里呼应我们黄发起人这个刚刚所讲的这个确保我们孩子的健康，我想这个是大家一致要努力的目标，好，谢谢。我们非常谢谢蒋万安委员呢，我想不只是现在国中小的营养午餐呢会用猪肉作为孩子这个主要肉品的比例，连学龄前的幼儿园也是如此礼拜一其实我也同时提出了一个菜单，那是一个幼儿园的菜单，那几乎也是每一餐都是有猪肉的，不是在汤品就是在面食，就是在它主要的肉排，所以很多家长也打电话给我，他说委员我没有办法接受
我的小孩从学龄前就开始吃含有瘦肉精的猪肉，他没有办法接受这样子的一个政策，因为他很难想象一个孩子如果从小开始吃含有瘦肉精的猪肉，将来他的健康到底会发生多大的影响。而作为家长，他唯一可以做的是在家里面，他去超市买的时候，你标示来源，他自己可以选择本土猪，这他做得到。但是现在学龄前开始，孩子都进到了我们的幼儿园，进到了我们的学校，那个系统是家长他自己没有办法去控制跟掌握的，所以他的焦虑感非常的重。那这一点，我觉得我们政府的责任其实是要建构一个让国人安心的环境，而不是让国人天天焦虑的一个食安的环境。我想这一点非常的重要。那接下来我们要继续邀请的是我们陈曼丽委员。主席还有各位委员，还有今天来参与的各位的社会界的好伙伴哈，那我们今天有很多的官员在这边列席，我想就是说，其实我也是非常支持哈，就是说我们台湾的这个小孩子还很小哈，尤其是很多的爸爸妈妈非常的担心孩子的健康，所以呢，我们就是不能够吃鸡改的食物，也不能够吃含的瘦肉精的食物哈，我想这个都非常的支持。那目前呢，就是说因为我们在卫环委员会哈一段时间，然后呢，我们也会看到就是说有一些的资料，它其实是不断的被翻出来。不断的被大家可以看到哈，那其实在这个台湾在2012年之前呢，因为我们的国内的政策是不能够在饲料里面加瘦肉精的一些的成分啊，喂给我们的禽，就是两只脚的或四只脚的吃了哈，所以呢我们国内是没有的。那我们的开放呢，事实上就是在2012的这个因为 Codex 的那个会议里面哈，后来我们台湾就有让这个牛肌肉呢这个部分可以有一个容许量的出来哈。那在2012年的9月11号就发布实施。那当然就是说我们可以想象，应该台湾应该是在2012年的9月以后才会有瘦肉精的可能会被检验出来。可是呢，我们就看到了，就是我们的这个国卫院哈，他在2005年到2008年呢，他检验我们的国人的身体里面的尿液哈，那他就发现是说，其实我们的国人这个身体里面尿液里面是有含了瘦肉精哈的这样子的一个成分在。所以呢，就是说他这个东西既然开始有检查，然后有一些的检验哈，那这样子的东西，其实我上次开会的时候，我也是提出我的质疑，就是说它到底是从哪边来的？那当然就是说我们的政府哈，因为我们台湾一直都没有开放使用这个瘦肉精在我们的牲畜里面，所以呢，基本上我们对于这个瘦肉精的检查，过去是从来没有做过检查的哈。那除非是说它有出事情，才会登在报纸上面。那当然我们也会看到，就是说在这个国内。我们也很希望能够了解哈，我们台湾的目前的一个状况是怎么样。那今天我也很高兴看到，我们有一些的就是在第一线，就在这个生产的哈，或者在这边培养我们的这个肉品的这些的伙伴。那我是在想哈，会不会有一些人他可能资讯不是那么样的充足，所以呢他也看不懂那个上面的那个成分哈，所以他有一些的误用。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我就会希望我们的这个农委会是不是可以再去做一些的辅导，就是说如果有人是有误用的话呢，那我们绝对是要提醒他哈，或者说就是要请他来做这样的改善哈。那我想说农委会就是要去做这样子的一些的辅导。第二个呢，我也希望农委会呢能够去做一些的检验哈，就是说这样子的检查，因为我有些时候我在这个媒体上面哈就会看到有些是从那个地检署的检察官他们去
检出来的，所以呢就上了报纸。所以我想说这样子的状况呢在媒体里面就是不断的发生，所以呢我也是会希望就是说农委会把这个就是说从2005或者从2008年之后的我们台湾曾经发生过的一些的案件，可不可以就是说我们农委会自己也很负责的很诚实的来面对我们台湾现在的一个状况。另外呢我想要要求我们的那个卫生福利部，就那我们的台湾基本上应该都没有生产这个瘦肉精的任何的东西嘛，所以呢如果是说他要有台湾要有的话，他一定是从我们的港口从我们的这个海关进来的。那我们的海关进来的这个部分呢，我很希望就是说我们的卫生福利部可以去调查一下我们这个莱克多巴胺啊或者是说瘦肉精的其他的那个成分目前它的这个进来的量是多少，然后到目前已经使用的量是多少，然后现在可能还有存量在台湾的量是多少，这样子的话呢我们才能够掌握到台湾现有可能的瘦肉精的这个数量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形。那另外呢我认为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就是在国家国民健康的这个部分呢，就国卫院或者是说我们还有其他的单位如果能够再继续做一些的健康的追踪，因为我们看到的就是说是从2005年到2008年，可是2008年之后的资料就变成看不到，现在已经2016了，所以呢就是我们其实是希望这样的资料能够让我们能够完全的掌握，这样子我们才会知道是说有些时候你在做一些的国际谈判的时候如果对方亮出来的底牌不是我们大家掌握的，我们就会措手无措，束手无措。那我也很希望在这个部分呢我们自己也要先了解一下我们现况是怎么样。那当然就是说目前呢我个人的认为就是说其实我们还没有要去谈跟国外跟国际谈这个进口的这一个部分，既然还没有开始谈的话呢我们就是说现状我们先把我们的材料先把我们的资料先把它准备好，然后呢我们也能够改善的赶快改善，然后呢我们台湾就是一个零瘦肉精的一个国家。那过去曾经有这个开放了这个瘦肉精的美国牛肉，这是在2012年的时候开放的，那个部分的话它的影响率到底是有多少，我觉得真的是我们先要知己然后呢我们才会知道是说我们的下一步的可能会发生的变化会是什么。所以呢在这边本席也是支持就是说我们的这个瘦肉精的这个部分呢在台湾真的要好好的去控管，最好是说我们的产品肉品的里面呢它都是零检出的。以上，谢谢。好，我们非常谢谢陈曼丽委员。那接下来我们请张立善委员发言。喂，谢谢主席哈。我想今天非常难得，然后我们王玉明委员哈能够召开这个公听会。那刚刚呢，我们也听到很多专家学者对于含有瘦肉精的这个美国猪肉进口，对我们国人的健康造成什么样的影响？那大部分的专家学者哈还是对于莱克多巴胺，就对瘦肉精本身对人体的影响还是存有很大的疑虑的哈。那甚至大家都提出非常专业的意见。那本席在这里呢哈，我想除了就是说莱克多巴胺呢哈，这个美猪呢进口对我们国人所造成的影响，我想在这里我就不再详述哈。但是我非常希望就是说，当时坚持哈，在美牛哈含有莱克多巴胺的美牛进口的同时哈，那时候的专家学者，包括很多我们的民意代表、民进党公职人员，当时是怎么坚持零检出的？也就是说，美牛跟美猪美牛其实我们的饮食习惯哈，可能很多人终身不吃牛。那也有人呢可能一个月吃不到一块牛肉了哈。所以呢你对美牛都可以这么样的极力坚持，那我相信猪更不用讲，因为猪对我们国人来讲，台湾人的饮食习惯跟日韩也差距很大了哈。那所以呢吃猪肉的大概有牛肉的7倍以上，所以相对的只要是美牛当时坚持零检出的，我希望不要换了位置就换了脑袋，一样要坚持零检出，我想这是对国人的一个健康的保障。那当然呢
要加入 TPP， 好，我们做好这些准备是也应该要准备。但是呢，为了要加入 TPP， 我们第一阶段已经有13部的法被迫修法。那被迫修法以后呢，是不是我们能够从观察员进入到候选国？这些12个国家能不能准许我们的这个台湾加入了？那当然，也就是说，在这个初级把关的同时，这个入场券啊，希望这是敲门砖。那这个敲门砖就是看你呢，对于啊，他们所提出来的含有瘦肉精的美猪进口，台湾人坚不坚持这个立场？所以本席在这里啊，希望我们一定要坚持立场哈。那当然了哈，学校卫生法也才刚刚通过哈，一定啊，对于有机改的食品不能进入到校园。但是我们非常清楚啊，美国猪是吃什么的？它的大宗饲料就是玉米嘛，玉米是机改的玉米。那机改玉米吃了啊，每条猪啊都是肥肥胖胖的哈。等到它成猪以后呢，就开始添加瘦肉精，让它体型变漂亮，让它换肉率高，让它价值啊提高。所以，如果假设引进啊，含有瘦肉精的美国猪进口，相对的也是把机改食品带到校园里面来哈。那我想，孩子就是我们国家的未来，孩子的健康啊，绝对是攸关到这个国家未来的健康哈。那当然了哈，除了很多专家学者讲的哈，莱克多巴胺对于心脏血管疾患、对于心跳加速、对于焦虑的躁动了哈，那当然还很严重的哈，对于男女性的这个生殖器官也有足够的这个影响哈。所以呢，到目前农委会还把莱克多巴胺列为啊禁药，列为有毒物质哈。那所以呢，有人说呢，这个莱克多巴胺呢，可能啊吃了以后呢，从尿液里面代谢就可以80%了哈，甚至3天以后呢，大概就验不出来了。但是我在这里要试问了哈，我们说安非他命是一个毒品，如果他吃了以后，他也会经过尿液代谢，可能一段时间也检查不出来了哦。那但是呢，我们希望这个安非他命，反正检查不出来，他也是可以吃吗？我想大家的答案应该是否定的了，所以呢，我想我们还是要坚持哈，含有莱克多巴胺的哈这个美猪啊，绝对坚持反对进口，因为还是要维护我们国人的健康哈。所以呢哈，第一个啊，我们所有的加工业者哈，这个肉品加工业者还有团膳团体，如果假设这个美猪进口含有这个瘦肉精的进口哈，那价格是相当低的。一斤不到50块啦，哦，那台湾猪啊，会不会面临到整个市场的冲击？对于未来整个猪农的产业经济发展，哦，有没有受到相当大的威胁跟影响？因为我来自云林县啊，可以号称是所有养猪户啊，大概跟屏东县哦，可以说是名列一二名啦，哦，那所以呢，如果假设台湾猪没有办法抵挡美国猪的这个价格，那我想竞争力就失去。那相对的，我们每年700多亿的哦这样的一个产值也会受到很大的这个冲击。那甚至呢，还有将近10到15万的养猪相关产业都会面临失业了哈。所以我认为啊，除了国人健康之外，整个猪农的未来的生计，整个产业经济发展，绝对都是我们非常慎重要考虑的。哦，所以呢，我在这里哈啊，特别希望我们的专家学者啊，这一次啊，真正站在国人健康的立场，一定要把我们的专业哈，真正是哈，从一而终啊，坚持立场，绝对不能放松，也不能啊，让未来执政的新政府呢哈，有一点点想要哈投机取巧的这样的一个机会了哈。那本席在这里特别感谢王玉明主席哈，能够邀请所有专家学者呢莅临呢哈，做一个非常客观而且非常专业的报告，谢谢大家。我们非常谢谢张立善委员的发言哦。我想这个捍卫国人食安哦，这个不分朝野哦，大家应该要有一致的态度哦。那因为时间的关系。从9点到现在还没有休息哦，我们现在先休息5分钟，5分钟回来之后呢，欢迎大家登记第二轮的发言，然后最后我们会请主管机关来做回应。那我们现在先休息。
好，我们各位麻烦就坐哈。我们接下来要进行今天公听会第二轮的发言。如果有要继续发言的专家学者，我们欢迎就是持续登记哦。那接下来我们要邀请的第二轮第一位发言的是我们苏伟硕医师，麻烦苏医师，谢谢。主席啊，各位委员哈，以及这个各位贵宾哈，那我就接续刚刚的那个报告的部分了哈。那有关于那个癌症的部分，因为刚刚只就是很快的秀一下那个论文的来源哈。那我今天也有带一本我自己整理的一个小册子哈。那如果说我们各位长官有需要哈，我那边大概有还有几十本哈，可以给大家参考一下。好，那我个人因为是精神科的医师哈。那最近我们都知道精神健康的问题事实上是大家很关切了。那刚刚也有几位提到说营养午餐的问题。那营养午餐是小朋友，就是国小，可能部分的国中。那国小国中的学童，我觉得更大的问题是在于说他们的脑神经的发育还没有成熟。好，人类的脑是一个成熟的比较慢的一种物种。好，那如果说在这方面来讲，应该是属于比较脆弱的一种物种。好，但是莱克多巴胺刚刚大家已经看到的这个部分，2014年这个是普渡大学哈，还有跟相关的一些单位所合作，里面包括就是有心理科学的部门哈，那事实上他们也跟一些政府部门哈，我们可以看到里面有 USDA 的一个 ARS 的这个小组哈，所以它事实上是一个官方跟民间的一个合作，所以我相信这篇论文的可信度是非常非常高的哈。那这里面已经证实了喂食莱克多巴胺的猪，它的攻击性的增加跟脑部里头一种叫做神经胺哈，就是 brain amine 这些东西是相关性的哈。那这里头事实上就是包括现在我们很多的严重的精神疾病。包括像一些毒品，例如安非他命，它事实上就是影响 brain amine 里面在我们的脑部的一些浓度的变化所造成的。好，那这个部分已经有证实，那里面就是刚好跟所谓的beta 的这个接受器是相关的。好，请下一张。好，那更严重的地方是，它不是只是影响这个脑中的所谓神经传导物质神经胺的浓度而已，它是会去影响猪的脑部的细胞里头跟这些神经传导物质相关的基因的表现。也就是它不是一个单纯的药理作用，好像刺激一下它就走了，不是，它是会进到神经细胞里面，然后经过一连串复杂的过程，是神经元的细胞的基因的表现会被放大。所以这个部分就不是一个单纯的原始的浓度就直接去刺激它而已，不是单纯的药理浓度的问题，它牵涉到比较多比较复杂的基因的表现。那目前来讲还有部分的科学家在研究的是说它会不会有叫做隔代影响的问题。最近有一个槟榔的研究非常有名，就是说吃槟榔的爸爸生出来的孩子比较容易有肥胖的问题，因为这个槟榔会去影响到爸爸的生殖细胞的DNA 的问题，结果他在下一代的孩子就有受到这个影响。那莱克多巴胺会不会也有这样子的影响，当然有待进一步的研究。但是如果他已经对脑部的基因的表现会产生影响，那莱克多巴胺这一类的瘦肉精事实上对不管是男性动物、女性动物，包括我们人的两性的生殖系统其实都是有影响的，这个已经有很多的研究都已经有指出。那它这些影响会不会影响到生殖细胞的基因？这个部分我想是比较值得隐忧的。但是不管如何，如果要放到这个我们的幼童、孕妇，还有这个青少年，因为青少年本来脑部就已经在狂飙了，这个时候你再加这个东西进去，影响会很大。那看有没有后续的。好，那莱克多巴胺对人的精神行为的毒性，这个是在2004年，JECFA 就是做 CODES 做这个影响的时候，那个时候才四个人的时候，他们就已经证实对中枢神经是有一个刺激性的影响，有兴奋性的影响。好，再下一张还有吗？对，那最新的研究就是发现莱克多巴胺它是有精神行为的作用，而且它的基准已经比较清楚了，是这个叫做 TAAR1。那这个 TAAR1 比较麻烦的地方是它跟我们的精神疾病里头的视觉失调症跟躁郁症
还有我们的安非他命跟甲基安非他命的相关的机转可能会有关联、哦、所以这个部分是有更大的隐忧、哦、所以台湾如果真的新政府决定要开放，那开放之前可能就要来做风险的评估、哦、拜托千万不要只 focus 在心血管的部分，刚刚提到的癌症的转移、哦、以及精神行为上面的影响，特别对一些脆弱的族群、哦、还有其实对孕妇也很重要、哦、最后我就补充一下，2009年的时候美国也做了一个研究、哦、澳洲做了一个研究，只要给这个怀孕的母猪、哦、吃25天的饲料里头的浓度的莱克多巴胺的话、哦、那个猪的胎儿的体重就会增加 9%、哦、就是母妈妈吃的对孩子可能就会有影响、哦、那以上报告，谢谢。好，我们非常谢谢苏医师哦，今天准备了非常多的资料，跟大家分享他自己的一个观察跟发现。那接下来我们请这个黄嘉玲发起人。发言，我的第二次发言，那我想要跟大家补充一点哈，刚才那个蒋委员他提到说，如果说我们先画一条防火线，后来真的要开放的话，那我们至少修改这个学校卫生法第23条，那有可能至少我们可以保障孩子们不要吃到含瘦肉精美猪的这个那我必须要说这个部分呢，事实上我觉得我们通盘来检视目前校园午餐在食材的管理上面是有很大的漏洞的，因此就算定出这样子的法律，就像现我们在做校园午餐搞飞机，定出了在学校卫生法第23条当中定出来机改食品不能够进入校园这件事情，老实说它的宣示意义事实上是大过它的实质意义的。因为事实上午餐虽然我们有这个午餐食材的登录平台，刚刚我已经讲过了，它事实上只能够追溯到食材供应商的部分，那在我们的食药署的非追不可或是农委会的那个农产品的产销履历，是这些东西都是我们食材供应的来源，所有的这些云端的系统呢，不管在中央层级或是地方层级，不管在部会或是局处呢，都没有产生互相勾稽互相关联的效果。所以事实上我们根本不管是作为家长或是地方政府中央政府的主管机关，我们根本没有办法掌握这个食材的来源还有它的流向，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刚好透过美猪瘦肉精的讨论，我们照见出来目前教育单位还不管是中央或是地方，在这个午餐食材的管理上面是非常大的漏洞。所以回过头来，那我们好吧，就算做了个宣示性的这样的定例，那是不是有用呢？我们举一个血淋淋的例子，就是3月31号，美国贸易代表署 USTR 他们出了一个 statement， 这个是针对全世界对于美国他们的贸易呢，USTR 提出来对奥巴马总统的建议。那在这个在台湾的项目，它史无前例的把机改食品不准进入校园，还有台湾的全面对机改食品的标示这件事情列入台湾对美贸易的第一项，以前从来没有发生过。那它的理由是什么呢？第一个是缺乏科学证据，第二个是呢我们的执行规范不够明确，第三个它是显著冲击美国的出口，对美国的利益是有影响的。所以如果现在我们在机改食品尚且如此，它呢已经被 USTR 基本上就是美国的政商利益团体点名为接下来是美国对台那个台湾对美国贸易的障碍第一名。那你在瘦肉精部分会怎么样？事实上映照得很清楚，如果我们在那个美猪上面说我们弃守开放啊，自己先画一条防火线让小朋友不要吃到，那事实上接下来一步退步步退全盘皆输的情形是非常有可能的。最后我们到底要告诉小孩子什么？所以我们要告诉孩子的是，现在大家在讲食农教育饮食教育，立法院里面也在谈论是不是要这个相关的立法等等，所以透过美猪美牛瘦肉精还有机改食品的这个部分，在台湾跟美国的贸易谈判当中跟小朋友直接吃到东西实际相关的，我们要告诉孩子什么？第一个是在缺乏可信的长期的基于科学证据的风险评估科学资料的来源之下，因为我们是小邦，我们是小国，所以我们没有办法，爸爸妈妈只好投降，把你们要使用的这个风险呢
交给美国，让美国去处理。我们要告诉他就是这样子嘛？我们要告诉孩子的是说，向美国的政府压力归降，输成，后来我们可以换取更高的谈判上的利益。那不好意思，你们吃的东西我们就稍微委屈一点哈，回家我再给你吃好的，在学校你就随便吃吧。我们要告诉孩子的是这样的食农教育、饮食教育、生命教育和价值教育嘛？好，我们谢谢王发起人哦。的确，就是如果我们在这个食安的捍卫上没有一个基本的态度的话，我们是没有办法去教育我们的下一代的。那接下来我们请孙文昌执行长。前面几位长官还有前辈有提到说营养午餐的事情，所以我再上来补充报告一下。其实营养午餐在二三十年前刚开始开办的时候，问题并不大。那是因为当时的物价，以当时的营养午餐的价格甚至于说校长还有机会收礼。那到了今天这个阶段呢，就我所知道了，你连一根烟都抽不到。就是站在校长的立场来讲，现在是因为物价一直上来，结果我们的营养午餐因为经过选举，有些县市呢就办免费的营养午餐。办了免费营养午餐以后，就发现说县库亏空，所以就不准涨价。这二十年来不准涨价的结果，就变成不只是他自己县市，就是免费营养午餐的县市不能涨价，隔壁的县市也不敢涨价，因为隔壁那一位县长他不收钱，没有涨价，我收钱了，我凭什么涨价？所以就变成全国就闷在那里都不敢涨价。到最后，各位想想看。种菜的、养鸡的、养猪的都没有办法从营养午餐赚钱，那凭什么你要求这些不赚钱的人来保障我们的孩子的安全？这是一个社会责任的概念。这整个政策的运作到后来就完全违反人性了，就变成大家就是写报告、交报告，反正我有填资料就好。就好像刚才黄嘉玲小姐讲的啊，那些资料啊，比如说啊，菜单开在网络上又怎么样？各位，如果今天你是午餐业者，你会怎么去写那些报告？如果今天我不赚钱，甚至于校长要拜托我午餐业者来招标的时候，你会怎么去做这些事情？所以我们当我们坐在冷气室里在想政策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考虑执行面符不符合人性，不符合人性的时候，从头到尾都是造假。包括我们今天的教育啊，以前有个开玩笑的讲说啊，你们有没有用那个买参考书 啊？大家都说没有，其实参考书在抽屉里头。那今天营养午餐的情形也是这样子，除了我刚才报告的新北市跟桃园市有注重这一块以外，其他县市到目前为止，就我所知道不敢去面对，因为你说要怪他吗？这是业障，这个是几十年的业障，因为不能涨价，不是今天县市长造成的。再来，原来也没有营养午餐这个业务，你说你要怪教育部吗？他一辈子学教育的，他根本不知道午餐怎么煮。甚至于我可以很大胆的讲，现在各县市政府所编的营养师也很多没有结过婚、没有煮过饭，因为他从小到大只会读书、只会考试，他凭什么去管营养午餐？学了营养理论就可以管营养午餐吗？各位好好去想这件事。午餐业者非常抱怨的就是说，营养师常常为了营养写了一些菜单，小孩子根本就不吃，最后变成厨余。然后我们那个新竹县的那个和埔国小的那位校长，现在非常有名，他就讲说，他们学校的营养午餐绝对不可以有厨余。问题就出了这一位，全台湾大概出不了几位像这么优秀的校长愿意关心营养午餐。大部分校长认为说，我这一辈子学教育的，今天居然要来管营养午餐，然后我又不会。所以就交给午餐秘书去管。那午餐秘书也是大家啊，最近啊，我们全家盟这里常常在关心老师啊、教师工会的事情，就变成那些组长啊、主任啊，没有人要做了。所以往往是校长拜托或者指定那些菜鸟老师来兼任。所以在他连学校行政工作都还搞不清的状态下，包括他自己到底从小到大有没有煮过饭的情况下，他就要来管这个营养午餐了。所以是整个制度，大家就变成说
反正你有写报告来，就代表我有在做这件事情。拜托大家哈，大概多人多见啊，认清这件事情可不可行最重要。我在第一线，我天天看到的都是造假。以上报告，谢谢。这个这里我有一些资料，麻烦你们看一下哈。这个有印出来，再麻烦你们带回去，谢谢。好，非常谢谢孙执行长提供的资料。我想营养午餐的议题也是大家应该要持续再去关心的议题。那今天呢我们出席的专家学者还有与会的团体呢大家的发言呢到这边告一段落。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请我们今天出席的部会做回应。那首先我们是不是先请我们卫生福利部许次长？主席、各位委员、还有各位学者专家，还有政府的各单位代表哈，那首先非常感谢主席今天能够针对捍卫国人健康，瘦肉精美猪对于全民健康风险的影响，召开这样的一个公听会。在这个公听会过程中，真的听到非常多的学者专家对于这个所谓的瘦肉精对人体的这些相关的影响，也提出很多的一些论述。那这些论述的过程中，的确可以对于这个整个的健康风险影响的这块的部分，有更广阔的视野来看待这样子的一个问题。那所以其实在政府对于这个瘦肉精的部分的使用的这块部分，过去大概采用的是牛猪分离的这样的一个政策之下，只针对牛肉的这部分准许使用的这部分，到目前为止还是依照这样的一个政策在推动。那至于这个未来在推动的这情况底下，会再跟会依照其他单位像农委会的这个部分的相关的一些政策的部分的再去做后续的一个需要。假如说未来真的需要做到健康这个健康因风险影响的这个评估的这一块的部分，会在广受各界的一些意见哈，应该大概还是不会局限在于Codex 的相关的一些资料的部分为做最主要的依据，可能还是要收集一下国内的相关的一些学者专家的建议以外，可能还有国人的饮食的状况的一个国情的部分，收集更完整的资料的时候，才做出最后的相关的一些结果。那除了这个以外，事实上大家关切的部分就是有关于这个管控的这一块的部分。那对于现在目前这个美牛的莱克多巴胺的美牛的部分进到国内的部分相关的管控的部分，那以现在目前所做的相关的一些标识的查核的部分，那当然是有非常高的这个合格率，但是事实上我们还是得进一步去了解一下它正确率的部分。那这个事实上也是持续在做相关的一些进行。那对于这个边境抽验跟市面上的抽验的部分，我们也会积极加强来做与更多的一些加强的一个管控。所以我们期待在未来的这样子的一些推动的过程中，现在目前的政策上面来讲，当然还是采这个这个猪肉啊，这个因为禁止这个受限在饲料这个饲料添加这个这个瘦肉精莱克多巴胺这样子的一个前提之下啊，我们还会持续的在观察收集更多的资讯啊，来呼应各界的期待。以上报告。好，谢谢卫福部的回应。那接下来我们是不是国务院也要回应吗？好的。主席、各位委员、各位先进，有关国务院使用2005到2008国民营养调查的这的研究资料呢，这边做一些澄清，就是当时研究设计的目的应该是为了比对开放前跟开放后的差异。那至于那个资料的代表性呢，是这个计划的主持人跟当时潘文涵老师要求，就是他们做其他研究之后剩余的尿液检体共300管所做的分析，所以的确并没有全国性的代表性。那所以这边就是会有老年人占的比例稍微偏高的现象。那至于有检验出有7种瘦肉精，以我的了解，应该是可以就是再去 identify 这些个体是否有药物服用史，那很有可能的确是有相关的气喘用药。那后续我们会配合卫福部的指示做后续的研究，谢谢。
那个陈研究员，我问你哈，所以你刚刚的意思就是说，这一份的调查报告根本是不可以做推论的，对不对？有人把它推论说，全国有高达上百万。对，它是没有全国代表性的，因为它是剩余的量，对。本身的样本数不具有抽样的代表性，所以它根本不可以去做推论。对，它是剩余的样本。对，好好，谢谢你的澄清跟说明。谢谢。所以，我想今天国务院的立场讲得很清楚，如果有人还要引用这个报告去做全国的推论，那这会是一个非常严重的误导，是应该是不可以这样子引用的。谢谢。好，谢谢你的说明。接下来，食安办康主任有要回应吗？你有要补充说明的吗？好，来，请。给主席以及各位专家，还有我想大家之前提到了一些所谓的风险评估哈，那我想这边再做一个澄清一下，也就是说，其实风险评估大家以前跟风险管理是把它绝对分开的，但是其实现在风险管理跟风险评估是有一个结合的。那也就是说，风险评估其实有两个阶段，第一个就是前面就是说刚才其实江医师有提到了，也就是说在做设定 ADI 的部分那就是 JECFA 那边的一个资料。那后端呢，其实在管理面上也要做另外一种风险评估，也就是说刚才一个江医师也提到了，就是暴露量的评估。那其实在暴露量的评估之下呢，其实如果说现在大家还有其他的一些意见例如说前端的JECFA ADI 的部分，如果说在 endpoint 的部分，如果苏医师的资料是正确的话，就是说显然就是说对不同的 endpoint 来设定 ADI， 或许还需要再做进一步的评估。那后端的部分呢，如果说这个刚才当然国务院有澄清就是说没有代表性，但是如果从农委会的还有其他的资料，其实还有其他的瘦肉精的一个滥用的部分的时候呢，那还有其他的就是药物使用的时候其实所谓的加成作用的部分是不是应该也要做一些风险的评估。然后再来就是说，因为我们其实我们暴露到的并不是直接暴露到这个药物啦，就是说或者是说这个莱克多巴胺，那其实我们是喂过猪之后再有一些或许有一些代谢物的一些风险评估也必须要做。所以后端的所谓管理面上的风险评估，其实还有一些部分可能我们想未来可能还是需要再加强的部分。那再来就是说在管理面上，也就是说对于这个如何确保国人有这个选择权，也就是说大家一直提到的标示的部分，我想也必须要做出一套能够合乎就是说大家所能够接受的管理模式。那在这种所有的一个资讯之下呢，我想我们才有这个立场来做这样子的一个任何日后的一个就是决断以上报告。好，谢谢食安办的康主任。接下来我们是不是请农委会是施副局长？谢谢。主席、各位委员还有各位学者专家，大家好。行政院农业委员会有提供书面报告，请各位参考。现在就针对各学者、专家还有委员所提的问题，农委会来做补充报告。农委会在一直以来对国内的养家畜、家禽的养就是说养禽户就是说家畜的部分、猪牛羊、家禽的部分、鸡鸭鹅，我们都有做监控就是说是不是有违规使用的情形对于养猪户为例养猪，我们是在养猪场里面，我们采取血液跟剃猪毛血液是比较正确的。剃猪毛就意思就是说，这头猪如果曾经使用过受体素的话，它一定会被检出来。然后在上市前使用，我们是在那个拍卖市场，我们也有剃猪毛做长期的监控对于这些的采样的样本我们是检测28种的受体素就是说这如果对于从102年开始，我们有定期公布违法使用者的名单，在我们黄泉局的网站上。根据的统计从
近四年，从101年到105年的事业，我们总共抽检了56037件哦。这其中在猪的部分只有10件的违规哦。可以就从这些资料可以显示哦，面对外面的竞争，我们国内的养猪户哦都是非常遵守我们的法规哦。还有呢，我们目前是没有核准使用的瘦肉精的乙型受体素的药物使用在那个猪的方面哦。还有我们对于这个农民我们有加强宣导哦，就禁用受体素，我们的农民都非常严格遵守我们的法规的规定哦。以上报告，谢谢。好，谢谢师傅局长刚刚补充说明。所以你说从103年有5万多件嘛，对不对？你们抽了5万多件，是103年吗？还是从101年开始？从在这里补充报告，就从101年到105年的事业。我们总共抽了56000多件，56000件，然后11件不合格，十件不合格嘛。所以，是不是农委会可以说，从101年开始，跟2008年以前，其实你们在这个抽检上面，或者是国内的猪农违法使用的情况，其实改善的幅度是非常大的。是，你们都有抽检吗？好，谢谢你的补充说明哦。我想这个是需要厘清的，因为最近可能会有种言论，可能会高度去质疑说，国内的猪农是不是持续使用瘦肉精，而引用的就是刚刚大家在讲的国卫院之前抽样的2005到2008的那一份的报告。那刚刚国卫院讲的非常清楚，那个报告的样本是剩余的样本呢，而且没有抽样的代表性，所以也希望这个外界不要再引用这样的报告来做一些的影射，我想这对国内的猪农其实也是不公平的一件事情好，谢谢。那接下来是不是经济部谈判代表是不是简谈判代表？主席。各位委员、各位学者专家大家好。经济部经贸谈判代表公室今天很荣幸受邀来列席出席今天的有关于捍卫国人健康瘦肉精美猪对全民健康风险影响的这个公听会。那大家都知道，这个国人的食品安全是我国最优先的一个就是考量。那今天很荣幸就是听到委员们还有那个学者专家在这个捍卫国人那个食品安全还有健康这方面的各项指教。那因为我们对于就说遵守国际组织的规范，还有现有科学资料是由相关部会来做评估，那审慎就国人的食品安全还有动物植物的疫病等等方面做风险评估，然后也亦可允许进口的项目。那这些风险评估完成后呢，那相关的部会就会就那个食品安全、产业经济、外交各个面向进行跨部会的沟通，还有各项的与民意代表、产业界、消费团体、专家学者还有媒体进行沟通的这些工作。那经济部呢就会持续秉持政府的既定立场。也会尊重主管机关对食品安全还有产业发展的评估结果，持续来收集国内各界意见，另一方面也掌握国际经济形势还有双边贸易发展，来进行审慎的研议，然后采取适切适当的做法。那这一点是我们的补充报告，谢谢主席。好，谢谢经贸代表经贸谈判代表办公室的回应。那接下来我们是不是请教育部？教育部，我们请陈司长。主席、各位委员、各位先进以及各部会代表，大家好。那针对今天的公听会，我想涉及到相关的稍微补充说明一下，就是详细的资料我们有提供书面的部分。那在这个
整个校园的一个午餐的一个把关部分，事实上我们整个在校园执行的一个面向，我们有一个三级管理机制。那我们也是希望说，在整个除了中央的一个联合稽查之外，那么地方的政府的抽查学校跟厂商哈，那么也有学校来验收做自主管理。那特别要强调，就是说我们在做联合稽查的部分是特别也结合我们卫福部跟农委会哈，跟各县市的教育局处、卫生福利跟农业的主管机关来共同进行联合稽查。所以这个部分我蛮希望，就是说在上游端的部分，我们的卫福部以及农委会特别是在这个食材的一个标示部分也能够落实哈。那因为在学校端的部分，我们也是需要再增加这个学校人员的一个专业能力哈。那我想在这个上游端的一个标示的一个落实，或是在我们卫福单位跟农业单位的一个加强的抽验哈检测，这部分是蛮重要的。那我们也希望说在卫福部跟农委会的一个相关的部分，对健康的一个风险评估部分，可以有进一步的一个更深入的一个研究资料。那在我们学校端的部分，因为整个校园食材的一个登录平台部分，我们目前是每天学校都在做登录。那我们的一个立场，我们还是为学童的一个安全哈那个严加把关。我们对有争议的一些进口肉品，我们是不鼓励进入校园。那我们也希望学校是去慎选这个学校的一个午餐食材。那以上的一个补充，谢谢。好，谢谢教育部的回应我想教育部作为主管我们整个国中小学生的营养午餐的很重要的机构，你们是一定要捍卫到底的。这种会有害学童健康的肉品，不能让它进到校园哦。那接下来我们是不是请国防部耿处长？主席以及各位专业的团队，还有专家，还有同仁，大家好。就以很高兴能够参加本次的这个公听会。这有关于冷冻的肉品，还有来源，还有它开放这个议题的确是攸关我们官兵食材来源的一个安全。那国防部我们将会配合政府食安这个政策，并依照各项的安全食品的标准，还有它既有的管控的机制，我们会加强的食材的稽核作业，并且我们也会持续的要求我们副食供应中心来确实依照食材的检验标准持续的查稽的作业，来确保我们官兵的健康跟膳食的权益。以上的报告。好，谢谢国防部的回应。那所有政府部门的回应刚刚都回应完毕，不晓得最后今天与会人员还有没有人要再提出补充的？今天与会的专家学者还有没有补充，或是在座的委员？好，那如果呢大家没有其他要补充的事项呢，我想今天的公听会主要就是要听取各界对于未来这个新政府他有可能要开放瘦肉精美猪进口，然后它对全民健康会造成的实质的风险上面的影响征询在座各位的意见。那我想非常谢谢本日出席的专家学者，大家都提供了非常多的一个看法。那今天呢，其实很多人共同的意见还是觉得，如果我们可以坚决不要瘦肉精的美猪进口的话，这会是最上策。而且是希望政府应该要去坚守的，因为在谈判过程当中，事实上从2012年到现在，马政府坚持的就是一个牛猪分离的原则。而跟各位报告，这个原则在2012年也是我们立法院的院会朝野的共识。我们在2012年7月的立法院的临时会，在立法院的院会通过一个附带决议，就是要坚守牛猪分离的原则。当时这个国际上就是有人提出来说，国际上当时已经有定出10 ppb 这样的标准，即使他当时定出来之后，我们的民意，我们的国会在2012年的7月，我们仍然做出了牛猪分离的原则。而这样的原则也跟各位报告，从2012年到现在，
完全没有改变过。所以这样的一个原则，我们希望未来的新政府还是应该要坚守，因为这涉及到国人的健康。如果从刚刚大家的讨论里面会发现说，大家觉得标示很重要，但是标示它不可能做到完全，因为牛跟猪的议题差太远了。我们国人吃猪肉的比例是牛肉的七倍，我们国人很多人不吃牛肉，牛肉的价格比猪肉来得更高昂。所以你从一个市场的观点来看的话，牛肉不太可能会混充到其他的食品里面，因为我们有我们的饮食习惯，我们的文化因素，还有它自己的价格因素，它自动会做好很好的标示。但是猪肉不一样，未来的瘦肉精美猪它的价格就是比国产猪来得更便宜，特别是大量的这一些冷冻再制品里面，它完全是可以被替代的。所以替代了之后，你完全无法标示，你不知道一颗水饺里面含放了几分之几的瘦肉精美猪，你不知道你的贡丸里面有多少比例是国产猪，多少比例是瘦肉精美猪，完全没有办法去做标示。所以猪的议题跟牛的议题天差地远哦，两个的管理模式，后续的我们要的稽查人力也是完全不同的。所以在这个议题上呢，我想站在国会的立场，我们除了持续收集各界的意见之外，我们也会为国人的健康持续的来捍卫把关。那也希望各界关心这个议题的专家学者还有团体，大家可以跟着立法院的民意代表，跟着国会，我们要对外谈判的时候，对新政府我们要展现我们的民意，要让我们的新政府也要让美国知道台湾的国情，台湾的民意在哪里。因为就像刚刚有人发言提到的，我们是要有实案的立场，我们要有我们的底线。如果今天我们没有任何立场，没有任何底线，我们对实案没有任何的看法，我们怎么去教育我们的下一代？我想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也涉及到国人健康的议题。今天我要再次感谢各位的出席跟发言，那也跟各位报告，各位的发言还有今天刘建国委员所提的书面意见呢，都会列入我们立法院正式的公报的记录，也作为未来我们要审查相关法案的很重要的参考依据。那再一次谢谢大家的出席，我想捍卫国人健康，我们大家一起共同来努力。再次谢谢大家，今天公听会就到这边，谢谢，散会。